大家好，欢迎大家今日嚟到一生美术馆参加我哋嘅讲座《銅與中國文化》。咁我哋一生美术馆喺2015年由孙少文基金会所成立，咁作为一间非牟利嘅民办美术馆，我哋好希望透过同唔同嘅藏家、艺术家合作，去举办展览，推动香港同埋中国嘅文化发展。而今日我哋嘅讲者杨春堂先生，亦都有40多年嘅博物馆经验，曾经服务于香港政府同埋香港大学博物馆，亦都系香港大学教授中国文物同埋博物馆学嘅课程。而由2013年起，杨先生就开始担任一生美术馆的总监，负责统筹和策划美术馆的事项。而为了配合我们今次的展览《双石记》，我们一生美术馆推出了第四系列的讲座，而我们第一和第二系列的讲座已经上载了去我们的网站和 Facebook。 如果大家想重温的话，欢迎去到我们的网站再观看。而我们接下来由7月30日开始亦都会举行第五场的文化的讲座，是关于佛教的。如果大家想报名的话，阵间欢迎亦都去我们接待处那里和我们同事报名。在我们讲座开始之前，提提各位，如果为了方便我们的录影，这一边的观众就请用我们的博物馆通道进出，而这一边的观众就可以用我们的正门进出了。同埋我们亦都加了很多的摄录器材，请观众大家亦都小心。我们现在事不宜迟，开始我们的讲座，有请杨先生。多謝各位。咁啊，頭先又落大雨喎。係啊，係啊。咁啊，次次落雨都要回家人。咁啊，多謝。咁我仲要多謝各位咧，就唔知道你有冇留意咧？我哋最近一新美術館攞咗個獎啊。咁啊，好多大機構攞獎咁樣，我哋係一個小機構。咁啊，仲係過往冇業績嘅，因為我哋只係幾個月大啫。即係如果佢評個獎嘅時候，咁如果從呢一個客觀嘅業績嚟講咧，咁我哋都應該可以值得自豪啦。咁啊，呢個成績咧都要靠各位嘅支持啦，係嘛？咁啊，如果我哋開一道門咧，冇觀眾嚟支持咧，咁呢個獎咧就攞唔到。雖然呢一次咧就係香港文化產業聯合會第一次頒個獎，咁啊有演藝界啊，有博物館啊，有檔案啊，各方面嘅界別都選擇一至兩個機構嚟攞獎嘅，咁我哋有幸咧就竟然間咧就對推動咧工藝品啊、文物啊、藝術品嗰方面咧，就喺過往一年咧原來被評為咧係有進步，咁。希望第二日我哋繼續攞獎啦，咁啊，今日咧就冇收你哋嘅影印費用。點解唔咁攬收咧？因為咧啲圖唔係我畫嘅，咁啊嗱呢個秘密嚟㗎，咁啊因此咧就即係方便你哋去了解我今日所講嘅情況咧，就唔使大家咧就掛住畫圖咧。就不知道我講啲乜嘢東西嚇。咁啊，金木水火土，咁我講過石頭啦，亦講過土啦，土啊瓷器啦，瓷器啊石頭加火啦嚇。木啊講咗啦，咁啊金咧就似乎我下一次係講金，但係我哋中國以前人講金咧就係講銅嘅嚇。咁啊，所以你睇書咧。吉金咧，即係吉祥個吉咧，吉金咧，其實指銅器嚟嘅。咁點解咁講咧？因為金啊實在太貴啊。咁我哋中國人用金嘅歷史咧，我下一次講咧，其實好短嘅啫。咁講到人類用銅咧，嗱呢個銅咧就係指紅銅。即係 copper。咁一個金屬元素啊 ，copper。咁啊，叫紅銅。咁如果我哋走喺個礦啊銅礦嗰度咧，揾咗呢啲原始嘅銅咧，其實就係紅銅。咁紅銅咧，如果我哋用佢咧，其實咧就係好脆弱嘅嚇。
同埋咧，我哋要鑄金屬咧，一定要煲佢，即係燒佢。咁燒佢咧，等佢咧融啊，就是、melting 啊，咁先至可以咧做到器具。咁呢個紅銅咧，嗰、那個 melting point 咧，即係嗰個熔點咧，係好高。咁你睇到啦，咁又要加柴火燒到咁高嘅温度先至燒熔佢。咁啊，做咗出嚟嘅器具咧，又唔係好硬淨。咁我講個唔硬淨咧，其實佢硬唔過石頭喎，嚇。咁因此咧，喺歐洲嚟講咧，即係全世界嘅人一開始當然係用紅銅啦，嚇。咁歐洲咧用紅銅嘅歷史都好早，嚇。咁佢竟然間咧就喺歐洲咧，就有啲學者認為咧，佢當時咧早期嘅歐洲人咧，就紅銅嘅器具同埋用石製嘅器具咧一齊用嘅。咁即係話咧，有個叫做銅石時代。咁我哋又講話石器時代啊，銅器時代啊，嚇。咁就但係咧，就喺世界某一笪地方咧，原來咧出現咗石器同埋銅器咧同一時間運用。咁我哋中國人咧就未出現過一個銅器同石器一齊用嘅時代。咁點解咧？因為我哋發現咧，紅銅咧唔及得石器咁堅固。咁點解咁花時間你走去做紅銅咧？啊，咁我哋而家喺考古發現咧，大概四千年前咧，啊講早啲啊，五千年喺五千年前咧，我哋原來祖先咧係將紅銅咧溝咗一樣東西叫石，石就英文就tin，石金銀銅鐵石嘅石就溝咗佢。咁啊，溝埋一齊咧，就竟然間做咗個合金。咁呢個合金咧，就我今日所講嘅青銅。就中國人一路講銅器，銅器咧，就最主要講咧就係青銅嚇。咁啊，青銅咧就英文好多朋友都知啦，叫 bronze。咁即係話，我哋中國人大概喺五千年前咧。即係起碼喺五千年前咧，識得做合金，呢、這個阿萊勒合金嚇。咁呢個係一個古代嘅文明嚇。你除咗要攞個金屬嘅礦之外咧，仲要識得將兩種金屬混合埋一齊，運用佢嚇。咁合金有咩好處咧？就係將嗰件金屬嗰個 melting point 嘅熔點咧降低咗佢。咁慳咗成本啦，咁仲有啊，燒出嚟嘅合金咧係硬嘅、堅固嘅。咁我哋中國人用呢個青銅咧，當然嗰、那個成分咧就每一段時間咧都參差不齊，但係大家好唔好記住一個成分咧？咁大概咧90%咧就係紅銅，10%咧就係石，大概呢樣嘢。咁就咁當然，如果將某一批銅器咧再去化驗，有啲咧就低過十，有啲啊高過十，甚至有啲咧就高到咧20%都有嚇。咁啊，通常咧就係9:1嘅比例。咁呢個係五千年前我哋偶然發現咗一個新石器時代嘅遺址，有青銅器。咁但係唔多嚇，最多青銅器出現咧。就是我哋中國歷史上啊，喺文字記載到嗰個時代，夏嗱夏商周，咁我哋有一啲保守啲嘅學者咧，仍然咧就。不敢確定歷史上有一個朝代叫夏代，因為這個都是後來的書寫出來的，因為夏代早過商代。商代我們知道所謂中國最早的文字白甲骨文、啊、這個目前來講是最早期的文字。甲骨文之前還有沒有文字呢？我們不是很清楚，應該有符號，但符號不是代表一套的文字的系統。於是呢就是商
這個朝代呢，我們知道確實存在了，因為有白甲骨文其他的東西證明了，但是下這個朝代呢還是一個謎來的。於是呢，我們發現了一些文物呢是比商朝更早呢，可以有一個比較科學性的叫法，這個先商文化，即是商之前的文化。當然呢，如果你信中國真的出現了一個夏代呢，那可以是夏文化。咁呢個先商文化或者夏文化咧，呢啲遺址裏邊咧，我哋揾到青銅器。咁呢一類青銅器咧，就係、是、出現嘅器嘅數量又多，同埋咧個器型亦都多。個器型咧就有部分咧出現咗今日派你嗰張紙上邊嚇。咁啊，仲有一個歷史上嘅傳說啊。咁我話係傳說咧，因為我哋揾唔到實物證據。就話夏禹，大家聽過大禹治水，夏禹咧就係、是、用銅咧做咗九個鼎。咁、那個鼎係點形狀咧？你睇嗰張紙上面知，大家都知道咩叫鼎嚇、啊，三隻腳一個器物叫鼎嚇。啊咁啊，佢嘅功能我遲啲再講嚇。咁就做咗九個鼎嚇，即係九個大鼎。咁你做咗九個鼎嘅作用喺邊度咧？就係、是、夏禹統治咗當時嘅中國。當時嘅中國咧就分咗九個行政區，叫九州，即係唔係日本個九州啊？嚇，九個州。咁於是咧，每個州咧就用一個銅鼎咧作為一個象徵嚟嘅。啊，咁即系话咧，夏禹铸咗九个大鼎咧，就表示咧就系、是、统治咗九个州。嗱、夏咧呢、這个时代咧系佢哋而家好早，可能系已经咧四至五千年前。啊，咁即系话咧喺咁早期嘅时候咧，我哋嘅祖先咧就不单止识得用呢种咁嘅青铜嘅合金。同埋啊，就已經奠定咗呢一種青銅嘅合金咧，作為咗咩啊？作為一個政治權力嘅象徵，即係話你有個鼎咧，你就係皇帝啦。啊，咁呢個好重要啊！啊，咁即係而家一個國家嗰個代表咧，好多時候就係咩啊？就係、是、支國旗啦、國徽啦，係嘛？在這個時候呢，就用個鼎呢就作為呢那個統治者的權力。那大家看到夏商周，商滅了夏，那商滅夏的時候呢，就將這九個鼎呢就由夏這個首都呢搬了去商的首都。那這個是歷史的記載來的。啊、而呢後來呢商湯呢亡國了，周武王咧滅咗佢啦，咁因此咧，阿周咧亦都從阿商呢個首都咧，就將九個鼎咧就加拎咗去咧洛陽，即係周嘅首都嚇。咁阿商咧同周咧嗱，如果我冇記錯咧，就呢度中間咧七百年至八百年，咁即係話唔好計下啦。咁呢九個鼎咧已經啊喺我哋中國存在咗千幾年。是由一個時代搬咗去第二個時代，咁因此我哋中國歷史書上邊最記載我哋早期嘅歷史咧，就提到呢個九州呢個銅鼎。咁呢個銅鼎咧，據說啊上邊咧就係刻住咗咧好多花紋喺度。咁呢個花紋呢九個鼎咧就所謂中國嘅萬物，就咩東西都刻曬上去。咁呢個東西咧包括咗好嘅。壞的，即是說呢，如果你真的看到這九個鼎呢，你就知道當時呢我們中國所謂九州呢有什麼物產，社會是怎樣，還有呢什麼東西屬於善，什麼東西屬於惡，即是這個九個鼎呢除了個權力象徵還有什麼教化作用、啊、那這九個鼎去了哪裡呢？周之後七個咁亂啦，喺度巡啦。
春秋戰國啦。咁啊，秦咧，佢當然想嗱，邊個諸侯攞咗九個鼎咧，即係代表咧，你就統一國家啦。咁啊，秦咧就立咗周嗰九個鼎。點不知咧，就個記載就話呢九個鼎咧，後來咧喺運輸途中咧，竟然間跌咗落河。跌咗落咧四水，嗰度话叫四水，四水喺边度啊？可以查一查吓，应该喺北方吓四水。咁啊跌咗落去，咁啊从此咧就唔见咗九个鼎啊。咁你哋可以翻屋企床下底揾下吓。咁呢个系不单止系千古之谜吓，咁就呢个历史嘅记载。就是中國最早期呢咁重要嘅青銅嘅文物，呢九個鼎就喺四水嘅水底嗰度。咁大家可以理解好簡單啫。咁佢四水嘅水底喺度撈啦，咁樣啊，咁啊就唔係我落去撈啦，我唔識游水啊。咁啊，睇下有將來有冇機會咧，就係真係中國人可以見翻呢九個鼎啊。咁冇咗九個鼎。咁即係話點樣代表君主嘅權力呢？秦統一咗六國，秦始皇首先統治咗整個中國嚇。咁啊，同以前咧夏商周嗰個所謂領袖咧係唔同，因為佢嗰啲咧係一個武林盟主嚟嘅啫嚇。而去到秦始皇咧，真係整個天下咧，屬於佢私有嘅財產嚟嚇。咁、因此我哋成日講來講去秦始皇嚇，咁、呢個人物咧就又愛又恨啦。咁秦始皇呢個人物咧，就係、佢統一咗六國之後咧，就佢諗咗一條橋，一個計謀，佢就將其他嘅敵人打敗仗嘅兵器融咗佢。就是燒了它，煮溶它，就做了十二個金人。那我講過這個金就是銅人，十二個銅人。那這十二個銅人呢，就是很高大的，就是十二個呢巨人。那據記載呢，它有成六十尺，六七十尺那麼高。嗱，呢個係記載嚟嘅啫，嚇，咁啊信不信由你啊，啊，因為古時有冇咁嘅技術做到一個六七十尺高嘅銅人咧？咁樣六七十尺即係六七層樓高噶啦，嚇，咁如果真係見到咧，咁我都好開心，啊，咁啊做咗十二個巨人，咁十二個巨人咧著嘅裝束咧係少數民族嘅裝束，叫敵人。嚇！咁佢又當時唔係叫巨人嘅，叫長人，因為點解高大嚇？咁、可以睇到咧，秦始皇咧冇咗九個鼎，佢就鑄咗十二個銅人，而呢個銅人咧就係、用當時嘅角度嚟講咧，就係、個體魄最強大嘅，佢未必係漢族人，佢係長人高大嘅人嚇，擺喺邊度啊？擺喺個宮殿嗰度，就作為咧守護宮殿嘅金人。咁變咗咧，就之前用銅鼎代表權力，而家咧秦始皇咧一改就改咗用人銅人去做嚇。咁好啦，呢十二個銅人咧。就大家都知道，咦，犀利喎！咁啊，邊個攞到呢十二個銅人咧？即係代表又係皇帝啊！咁又去搶咯喎！咁啊，秦始皇咧就好快滅亡啦，即係佢嗰個秦啊。咁一路咧，呢十二個金人咧去到漢啊，咁啊漢末嘅時候咧，董卓即係漢末大亂啊！
咁你睇《三國演義》啊，咁樣董卓呢個人物，漢末嚇，就因為當時個社會好亂，物資好貧乏，咁董卓咧就將十二個金人裏邊嗰十個金人咧用咗佢，點解？做錢啊，即係冇錢啊，嚇！即係早期咧，就係日本打我哋香港咧，亦都將我哋好多金屬咧，啊！即係獅子銀行嗰對銅獅子都拎走咗，爭啲變咗錢㗎啦，嚇！唔係變錢咧，變武器㗎啦，嚇！咁樣咧，所以咧，阿董卓咧就十二個咧就冇咗，拎走咗啦，十個嚇就變咗錢，咁冇咗咯。咁啊，仲有兩個剩咗出嚟咧，呢兩個咧變咗人頭啦。嗱，大家都知道巨人就好重嘅。送俾你都無福消受，咁啊只有咧係一個軍事領袖啊咁大嘅權力，可以運用咁多人力物力搬來搬去。咁呢個兩個銅人咧，去到北朝五胡十六國嘅時候咧，扶秦呢個小國去到佢手上咧，就連呢兩個銅人咧都瓦解咗。咁就係話呢十二個銅人由秦始皇去到扶秦呢個時代咧，經歷咗大概五六百年。咁呢五六百年咧，十二個巨大嘅銅人咧，就等於之前咧九個大鼎，就代表咗我哋中國嘅權力。咁呢個就係青銅器咧。早期同我哋中國嘅文化嗰種息息相關嘅關係，咁啊，除咗呢個手工嘅金人，漢武帝秦始皇，大家好熟悉一個好偉大嘅皇帝，統一咗中國，做咗好多改革。漢代的武帝呢亦都是武功很高強，因為他打通了西域。咁漢武帝呢有一樣嘢呢，就是他失敗的，他食丹藥死了的，因為他想長生啊，就信那些術士，即是方士，咁食丹藥死了。歷史上兩個大皇帝呢很有名，都是食丹藥死，一個漢武帝，一個唐太宗。咁啊，因此咧，偉大咧，亦都有佢嘅渺小嘅地方。咁啊，漢武帝咧就係學阿秦始皇咧，亦都做巨大嘅銅人，但係當然冇咁大啦，冇成幾廿尺高。佢就即係托住個盤嘅銅人。咁呢個盤有咩作用？咩嘢咧？就係承載上天跌落嚟嘅露水。咁啊，方士就話：呢啲露水咧，就係天上嘅水之精華。咁落咗嚟，你收集咗佢，咁就叫漢武帝咧，將呢啲咁嘅金露水加埋玉啊，玉器嘅玉啊，玉嘅粉末一齊食。咁啊，必死啦！咁啊，真系死咗啊！咁呢個成本嘅金人咧，亦都係代表咗我哋古代嘅皇帝一個權力嘅特徵啦。嗱，冇老百姓、冇大臣可以做多一樣嘢，係嘛？就只有皇帝可以做呢樣嘢。咁因此，漢武帝咧，亦都係嘗試做巨大嘅金人。就希望將佢嘅王國咧更厲害，可以去到永恆嘅。因為如果佢一路唔死咧，佢一路做緊中國嘅皇帝。咁我哋見到有手工嘅金人，有成本嘅金人，去到漢嘅後期咧，就發現咧多一類嘅金人，叫祭天嘅金人。咁呢個亦都喺歷史書記載咧，呢個祭天嘅金人咧係咩？
在打仗的時候呢撈獲的戰利品來的。咁譬如說打匈奴嘅時候咧，咁啊贏咗啦，咁一睇，原來咧有亦都有巨大嘅金人，呢個金人當然唔係話幾十層樓咁高啦，幾十尺高啦，嚇。咁呢個祭天嘅金人咧係乜嘢東西咧？嚇。咁啊，原來咧，我頭先講過十二個手工金人，到到南北朝冇咗啦，成本嘅金人漢武帝之後咧，亦都因為吃那個露水原來是不成功的，所以漢之後呢這件事又沒有了，這件事又沒有了，那就剩下我們中國人呢可以如珠如寶去保護這一批巨大的銅人呢，就是這個祭天。那這個祭天是祭誰？這個是我們中國人改出來的。那原來我們後來看到當時記載的書呢，即是後些少，不是當時，當時叫祭天金人，後些少呢就這些祭天的金人呢就是等於我們現在所說的佛像。那就是說青銅的人物由十二銅人的權力象徵到成盤的金人作為一種長生的希望，到漢末的時候出現了印度傳來的佛教的造像，那即是說自從佛教入了來中國之後呢，我們中國人心儀的銅人就是什麼？就是佛像。為什麼要用銅去做人物？我曾經講過，我哋古人係好希望將有靈氣嘅東西咧，係永恆咁樣保存落嚟。石頭係硬，但後來發現咧，石頭裏邊有一種東西咧係好硬淨，就係玉器。咁所以早期咧，我哋中國人咧就一味去供玉啦。但大家知道咧，玉石。其實怎可以做到十幾二十尺高的 玉石的雕塑，材料沒可能的嘛，是吧、啊、你即使秦始皇帝呢有這樣的魄力都沒有這樣的材料的、啊、於是呢就一路找找什麼東西呢可以好像石玉那麼堅硬的呢，就是這個青銅合金。所以呢到了在夏的時候，我們中國人呢能夠研究到這個合金的技術呢，啊很開心啊。啊就是說呢，我們如果是想將一些東西呢永恆地保存下來呢，就除了玉做之外呢就可以用銅做。銅做還有一個好處是什麼？可以做很大件的器物，不需要受那個石的材料限制了。啊還有一件事呢，就是銅器做出來呢是可以攻玉，就是可以打磨玉石的、啊、因為銅器呢是堅硬，同埋可以由我們本身的技術呢可以構思個造型。咁啊，咁因此我們中國人呢就是對銅呢這種感情呢就奠立了。打仗早期是用石製的武器，所以我們現在目前找到呢這個石軸就是箭頭的意思、啊、自從銅器出現了之後呢就可以出現了銅的箭頭。我們找到很多這些早期的銅的箭頭，這個是兵器來的、啊咁啊，兵器咧有戈、銅戈嚇。咁、啊、大家知道銅戈咧就係咁嘅樣啦，就一支咁樣嘅銅器咧，然之後綁住一支長嘅木棍咧。啊，咁呢個係講最原始嘅戈啊。啊，咁就愛嚟咧
一個長悲氣咧去打敵人啊。咁呢個歌，咁當時咧係未有劍未有刀嘅啊。我哋中國人早期係用歌去打仗啊。咁點解咧？因為係離身去打嘅搏擊，就唔係近身去打啊。咁啊，呢啲係兵器嚟嘅，咁所以銅器嘅技術發達咧，係令到嗰個軍事力量係增大咗。咁好啦，我哋再睇翻日用品。呢個鼎，鼎下面有三隻腳。咁我曾經講過咧，就係話我應該講過，就如果攞器物咧係成高咗佢，而下面有三隻腳、四隻腳都好咧，咁呢啲東西咧就一定同煮食有關係，即係下面就擺一堆火喺度嚇。咁啊，陶器做嘅鼎咧，好早期已經出現嘅啦，即係話呢一種器型咧，當銅器呢個技術未發達嘅時候咧，已經用陶器做啦嚇。咁到後來咧，就用銅器做咧，就變咗做咩？變咗製紙一種工具，咁我叫做禮器。製紙用，因為佢可以保本保存好耐好耐嚇。咁呢個禮器，咁佢原始嘅造型咧，就根據陶鼎一樣，咁有三隻腳，兩隻腳企唔到，四隻腳咧。就浪費得滯，三隻腳企到，點解要做四隻腳？五隻腳又更加多餘，啊，咁啊做三隻腳，嚇，咁啊，咁大家睇到咧，咁呢個咧就係一個盛載食物嗰個盛器一個容器啦，咁啊前上邊咧有兩隻直耳，垂直嘅耳，嚇，咁我哋睇古文物咧，其實就攞下我哋嘅。邏輯去理解得嘅，點解個鼎要咁做呢？我頭先解釋咗嗰三隻腳啦，嚇人兩隻腳可以企喺度，因為我係人嚟啫嘛，係嘛？咁啊，如果馬牛羊嗰只四隻腳，所以早期係做四隻腳，好似馬牛羊。咁發覺如果馬牛羊四隻腳好難做喎，做多咗一隻腳出嚟，咁不如三隻腳搞掂啦，所以變咗三隻腳。咁啊，大家知道，如果呢度加堆火喺度咧。煲到好熱咧，你點樣拎起個鼎啊？咁啊要靠兩隻耳仔啦。咁兩隻耳仔一拎起嘅時候咧，咦辣手喎、啊？點算啊？咁啊揾支棍咧就穿住佢，咁穿住佢咧就擔起咗佢。啊，咁所以咧早期嘅鼎咧，嗰兩隻耳仔咧一定係直耳嚟嘅，又唔需要做三隻耳，因為兩隻耳搞掂噶啦。咁啊就垂直咁樣，即係咁樣打橫咁樣擔起佢。咁呢個就係鼎嘅造型。咁啊，實物你睇到啦，呢個係商代嘅銅鼎，兩隻直耳，三隻腳。咁三隻腳你睇到呢三隻腳似咩腳啊？就係似一隻動物嘅腿部，係嘛？啊！咁我哋古人好簡單啦，見到乜嘢就做乜嘢嚇。佢又唔想做三隻人腳，做三隻人腳咧就好似令到自己好辛苦啊。個人要抬住個鼎嚇，咁啊不如咧動物去抬住個鼎，咁啊三隻腳。咁呢啲突出嚟咧，我哋而家叫做鈴啊，即係其實鑄造一種咁嘅。一種咁嘅附加物嚟嘅嚇，咁啊你話佢裝飾作用都好啦嚇，咁嗱呢個鼎咧早期嘅鼎咧，如果我哋認真去睇下點樣鑑別佢時代咧，除咗睇佢嘅耳仔係咪直，仲睇下呢個鼎咧，佢下邊呢個腹部啊係咪直嘅。因為後期的鼎咧，這個腹部咧圓嘅，係墮咗落嚟嘅，
早期咧係平嘅。咁因為早期咧點解要平咧？呢度越平咧，受嘅火越多，咁啊裏邊咧煮啲粥啊飯咧就容易啦。嚇，咁啊好啦，咁大家再睇下嗱個花紋，我遲啲再講。呢個就方鼎啦，四隻腳方鼎。咁呢個又係商代喺江西運道啊。咁啊嗱，兩隻直耳上面咧，亦都見到有裝飾。我哋再睇多下。呢個後期西周啊，商到西周，西周到東周，東周等於春秋時代。咁呢個西周咧？嗱，你見到佢仍然有商代嘅鼎嘅風格，但係咧，佢唯一俾我哋知道咧，佢係屬於後嘅時代咧，就有佢嘅花紋，嚇個花紋唔同。嗱，呢個咧就去到春秋後期啦。你見到個鼎咧點樣墮咗落嚟啦？只腳咧矮咗啦。咁只腳矮咗嘅時候咧，即係表示咧點啊？你擺堆火落去咧？擺唔到乜嘢嘅啫喎，係嘛？個耳仔喺邊啊？個耳仔咧唔係喺嗰個口圓嗰度伸出嚟嘅，係喺個頸部伸出嚟嘅，係嘛？即係變咗咧，佢唔係我哋所講早期嘅直耳，隻耳仔咧我哋變咗輔助嗰個輔耳啊，係附加喺呢度啊。咁啊，同埋咧。就有埋個蓋啦，咁嗱個蓋咧係好處嚟嘅，蓋可以冚住啲食物啦，你煲嘢食係嘛？但係當你加咗個蓋嘅時候咧，你點樣去伸一支樹枝落嚟？嚇！咁因此去到春秋至到戰國嘅時代咧，鼎咧嘅造型已經點樣啊？係冇實用價值。原來個鼎咧就愛嚟。煮食嘅，咁啊去到咁嘅情形咧，呢個鼎咧就完全係一個裝飾品。咁呢個裝飾品咧就係等於我頭先所講一種祭祀用嘅供品。啊，咁啊只腳，如果你發現咧呢個鼎咧腳越嚟越短，短到只係三隻好矮小嘅腿，好似嗰啲矮腳狗咁樣咧。啊，咁即係話咧整件器皿咧就去到最後期係戰國嘅時代。啊。而呢隻耳仔咧，越嚟越落個腹部咧，就完全係一件裝飾啦。呢隻耳仔冇作用噶啦，係嘛？如果佢好熱嘅時候，你點敢揸住呢隻耳仔咧？你嘅耳仔去穿支木棍都穿唔到啦，啊！咁就所以呢個咧係去到戰國。嗱、啊，好啦，跟住。有啲少少時間咧，就講下銅器上面嘅花紋。其實咧，我哋睇中國嘅青銅器咧，我以前讀書嘅時候咧，我覺得好複雜，因為我而家派俾你嗰張嗰啲圖咧，啲名字我都唔識讀，咁我仲要記下個樣，邊個樣又叫咩名字？咁啊，跟住咧，知道佢樣之後咧，就要講佢嘅年份。那個年份咧，就除咗嗰個形狀俾我哋線索咧，仲有嗰個裝飾花紋。咁嗰種裝飾花紋咧，同我哋而家嘅裝飾花紋咧，係完全兩回事嚟嘅嚇。咁啊，大家睇到呢個鼎，佢嘅最重要嘅裝飾就係呢個位置。呢個位置咧。我嗰陣時大學讀銅器咧，係讀足一年嘅。咁今日咧，一年裏邊嘅學問咧唔見曬㗎啦。咁只可以夠材料講一堂書啊。咁啊，呢、这個怪物，呢、这個怪物咧，就其實咧係叫葵嘅。
其實它是一條龍來的。什麼叫葵呢？一隻角，頭角的角，一隻腳，一隻足，就叫做葵。所以葵呢，通常都叫做小龍、咁啊，李小龍就叫李葵嘅，咁啊，即係我將佢簡化咗啦。咁呢個係一隻角，咁呢隻眼啦，咁呢一隻腳，咁呢個尾巴。咁如果我將兩隻葵龍咧左右咁擺埋一齊，咁呢度咧就做咗一個銅器上邊咧突出嚟一條鈴，呢個鈴我頭先講過。咁你哋離遠感覺咧，就兩隻龍加埋呢個鈴咧，就變咗一個大面具啊，變咗呢個好似係動物嘅鼻啊，動物兩隻眼啦，動物兩隻角啦，你明白我意思啊？係嘛？嚇！咁所以咧，咁嘅組合咧，咁啊古人咧叫做饕餮。咁饕餮咧係咩東西嚟咧？就係好貪婪食嘢嘅鬼，貪食嘅鬼。咁於是你，譬如你見過啲報紙啊，寫啲特稿啊，老饕老饕咁樣，呢、這個饕就指呢個饕，即係好中意食，好為食，叫饕餮。咁饕餮呢個名咧，係後人俾佢嘅嚇。咁早期咧，即係話喺商代嘅人係咪叫呢一種花紋叫饕餮咧？未必嚇。咁於是我哋而家咧就係、是、科學啲。就不如咧，叫佢做咩咧？獸面紋啦。即係野獸動物嘅面嘅形狀叫獸面紋，我哋唔叫佢饕餮嚇。咁所以你睇書咧，如果你睇早期嘅銅器書咧，你仍然見到饕餮紋。呢十零廿年咧，就開始改咗叫獸面紋。咁、啊、就英文書嘅 animal mask M-A-S-K、啊、一個面具咁、啊、就呢一個咧就成為咗咧商代至到西周青銅器上邊一個主體嘅花紋，就係、是、呢個面具咁 啊。譬如如果你勉強睇到咧，呢度一條葵龍，呢度一條葵龍，咁呢度一個鈴咁就變為一個饕餮，一個獸面。咁喺背脊咧，背面咧有另一個饕餮啦。你明白我意思啊？嚇！咁呢個就係變咗咧青銅器上邊一個非常特別嘅花紋。嚇！咁喺饕餮紋喺早期裏邊咧，呢、這個係主體花紋，但係有一啲背景花紋喺後邊嘅，即係好似有啲長枝黐咗後邊嘅。你明白我意思啊？咁呢種花紋呢，如果係圓嘅呢就叫雲紋，如果係四方呢就叫雷紋，如果打圈呢 spiral 咁樣呢就係、是、雲啦，天上嘅雲一個象形字，行雷呢隆好似燒煙花咁樣，咁叫雷紋，叫雲雷紋。咁呢個雲雷紋呢就係、是、作為一個輔助嘅花紋，係背景嘅花紋嚇，咁、啊、就喺裏邊睇到嘅，好細好細咁就鑄咗落去。咁、啊、你見到咧個腿部啊，呢、這個動物嘅腿部咧，呢度係另一個饕餮，呢、這個又另一個饕餮嚟嘅嚇。咁、啊、呢度有冇饕餮啊？你睇呢一度，呢度有一條龍。呢條葵龍咧隻眼非常突出，咁啊兩條葵龍咧組成一個好簡單嘅饕餮，係嘛？啊，咁就呢度有一個饕餮，呢個饕餮，咁其他突出嚟呢啲咧就唔係眼睛啦，突出嚟咧
就是我們現在學者呢描述這種花紋呢就給個名字，雨釘。雨釘大家都知道了，即是等於呢一個身體上面的魚頭，咁啊雨釘。咁你雨釘咧，亦都代表咗咧，點解叫做雨釘咧？就係話動物嘅腿。咁你食啊，畫左臂啊，右臂啊咁樣。咁啊，動物嘅腿咧，亦都係食物嘅來源，係嘛？所以嗰個動物嗰個胸部個乳房，亦都係俾牛奶、羊奶，甚至係母乳，係嘛？咁呢個咧，亦都係食物嘅來源嚟。咁呢啲咁嘅青銅器咧，就係、是、原本就係我哋煮食噶嘛，所以同食有關係噶嘛。咁因此咧，佢嘅花紋咧，亦都帶咗呢個意義喺度啊。咁兩隻直椅上邊咧，就企咗兩隻老虎喺度啊。咁兩隻老虎咧，就我嚟辟邪。咁呢個就啊，呢、這個就係後期啲我講到話西周嘅中晚期，接近去春秋時代啦。個花紋呢種咁嘅花紋，你點樣描寫嘅？唔識。但係你睇上邊呢度，感唔感覺好似一個饕餮啊？感覺好似，但係揞住一邊嚟講咧，呢一邊咧似一個已經半抽象化嘅蟻龍，即係嗰條龍個頭部個身體咧已經咧唔係咁寫實啦。雖然龍本身都係一個構思出嚟嘅東西。但個眼睛咧去咗呢度，本身個眼睛喺呢度嘅，去咗呢度嚇。咁啊，即係話咧，成條龍個身體咧已經係肢解咗。咁啊，下邊咧直情咧就好零碎嘅嚇。咁我可以話俾你聽咧，其實咧呢度又係一條龍，呢、這個亦都係一條龍，呢度有幾條龍，只不過咧就去到西周後期嘅時候咧，整個社會咧個風氣改變咗。點解？就是、因為嗰個經濟嘅能力降低咗，而皇權咧亦開始沒落。皇權沒落就代表咗咩啊？禮制嘅崩潰，即係唔係講究嗰個制治呢樣嘢啦？啊，即係等於一個大家庭裏邊，一家之主阿爸喂，清明節啊翻嚟拜山啊咁樣。如果阿爸有力，梗係個個都要聽話啦。係嘛？但如果阿爸冇力嘅時候咧，聽咗就算數啊。咁所以去到春秋嘅時代咧，好多早期喺商周出現嘅銅器咧，複雜嘅銅器咧，唔使再做啊。做得咁靚嘅花紋咧，亦都太花時間、太花功夫，所以好好地地一條蟻龍咧，就求求其其去做，做到咧不知所為啊。咁啊，去到呢個戰國嘅頂咧，變咗龍就唔係龍，就變咗條蟲，一條條小蟲爬曬喺度啊！咁所以你哋去睇呢啲古代嘅青銅器咧，喺花紋上就係話，如果你睇到佢係好比較寫實嘅咧，嗰啲係早期，尤其是睇個龍嗰個造型啊，個變化啊！去到後期咧，完全咧由條龍變咗一個不知所謂嘅龍嘅身體，到最後咧不成龍形，只係成為一條蚯蚓，一條小蟲嚇，唔知係咩嘢東西啊！咁如果你冒冒然叫人去睇佢咧，只可以一紮花紋，係幾何嘅花紋。呢個去到戰國嘅時代，咁呢啲係龍嚟㗎嚇。咁好啦。這個蓋上面呢就做了一些雀仔了，鳥的造型了，仍然呢見到個動物的腿部，但是沒有曬啲鳞，沒曬啲鳞，因為它鑄的方法呢不需要那麼複雜，因為鳞呢其實呢鑄一件銅器呢有幾個毛範，個毛啊是拼出來的，當你一夾口的時候呢，即是
即係一個帽同一個帽一夾口嘅時候，出現有零啊。咁啊喺商代嗰個銅器咧，因為好複雜嘅造型、好複雜嘅花紋咧，咁因此一件器皿咧要好多個帽咧分批去鑄，然之後將不同鑄出嚟嘅銅嘅部分咧組合埋一份，就變為一件器皿。所以甚至咧一件銅器可以要有十個帽啊。但係都後來簡化咗咧，同埋個技術進步咗咧，就唔需要咁複雜嘅帽啦。就因此咧，個零咧就少咗好多。咁跟住咧，我哋講下呢個叫力。力都喺新社時代嘅陶器出現咗啦。力亦都係三隻腳，但你見到呢三隻腳咧，就唔係動物嘅腿部，係似咩？似乳房。一個胸部就係咁樣嚇，咁所以喺早期嘅陶力咧，咁我哋見到佢個三隻腳咧，就係好似一個動物或者一個媽媽嘅乳房嚇，咁呢個就係話食物嘅來源嚇。咁因為佢係一個胸部一個乳房，咁乳房咧嗰個內籠咧係裝咩？裝奶嚇，咁所以咧。力和個頂的分別在哪裡呢？力三隻腳是空心的，頂三隻腳是實心的，但這件事就很容易分的、啊、你如果見到一件三足的器皿，那三隻腳是空心的，那你叫它力，那那三隻腳是實心的，就是好像黏了上去的，那這個是頂，那你小心、哦，有一些呢就一半實心就一半空心，那怎麼叫啊？我就叫力頂一百分的。我那時候讀書說為什麼又多了個鈴丁出來 啊原來呢有半空心半實心、啊、技術上不是出錯，它是一個造型上的設計來的，因為呢如果這個空心呢即變成了那些液體呢 流到這裡，你煮食的時候呢這裡都受熱的嘛，但如果它實心的時候呢，這隻腳是沒有用的，裝不到東西的，你只是裝食物在上面而已嘛，所以兩種情況不同，因此力呢我們懷疑呢是煮液體東西多一點，因為它可以落到下面，當然呢你的控制火爐不好，這裡一樣可以煲冷水，是吧、啊，但它好處呢就是受熱的地部位呢多很多、啊、但是不要忘記空心的腳是很難做的、你看下半部是一個力來的，是吧？三個乳房的腿部、啊、上面呢、啊、這個呢就空心，上面呢就加了一個帆煲上去，你明白我的意思嗎？啊，咁呢個咧就叫做鉛啦。咁你睇到啦，呢、這個叫鉛。啊，咁呢個鉛咧，我哋做咩咧？就愛嚟咧蒸嘢食。係一個蒸籠。啊，咁即係話喺商代嘅時候，我哋中國人啲識得點樣咧？係蒸食，叫 steamer。啊。正透過咧呢度啲水咧上去蒸嘢食，啊，咁呢個係鉛，實物嘅鉛。下邊呢三隻腳睇唔睇一個好清楚嘅饕餮喺度？一個饕餮，兩個饕餮，三個饕餮，又饕餮又饕餮，係嘛？即係獸面紋啊！咁啊直耳啦，咁呢個咧只不過咧就好似頂嘅上半部一樣，係嘛？當然耳仔就擺了兩隻鹿在這裡，這裡這是南方 的流行的動物，這個又是江西出的、啊、你看到就是半個頂加一個力，這樣合組就變成一個 steamer 一個鉛、啊啊、這種顏色呢不是原來青銅的顏色的，原來青銅的顏色如果它不氧化即是不生鏽，其實等於什麼古銅色，就是啡色、褐色，但我們到了今時今日見到這些青銅的變成綠色，所以我們叫青銅、啊、就等於
我哋早期擺即係上一次擺個展覽叫青瓷，就仿青銅啊。咁原來佢嗰青色咧，就只不過係仿咩銅器上邊嘅青色嘅銅綠，即係氧化銅啊。咁啊，從呢一點咧，即係可以話俾各位聽咧，就係、是、如果你見到一件古代嘅青銅器係冇綠色嘅咧，你唔好愛啦。如果見到件青銅器成身綠色咧，你以為壞咗，其實係寶物，因為經過咁多年歷史咧，整件銅器咧已經氧化咗嚇。咁、啊、我呢個 tips 咧，咁好多不良嘅商人都知㗎啦。咁因此咧，就將一件咧冇氧化銅器咧，就一路整到佢綠咗佢，一路由嗰啲顏色上去嚇。咁、啊、我個人嘅方法咧，其實咧就不宜收聽嘅，是不合法的。那我見到一件銅器呢，我就用我那些沒有手指甲的手指呢去刮下它，那我看看呢個面頭那陣綠色呢容不容易甩出來。如果它容易甩呢，那你就放低了，你明白我意思嗎？因為所有的氧化呢都是在那個器物的身體裡面發出來，就不是外加上用膠水黏上去的、啊啊、當然你不要找把刀找個鋭鋭鋭鋭鋭鋭鋭嚇死那個物主人啦，你整壞了它要你賠嘛、啊、所以畫靜靜雞呢、啊、看看它甩不甩樣、啊啊啊、當然你肉眼都可以估到它是不是後加的了，但有些做得很高明的、啊啊、它就部分呢 就人為上去。咁佢點解人為一啲銅鑼上去呢？就要證明佢時代越久遠，時代越耐咧，嗰件器皿咧就越多錢，就係咁呃你哋嘅。所以千祈咧就係、是、要記住呢樣嘢啊，唔好嘅東西原來是好東西啊。咁呢個係哲學嚟噶啊。咁你睇古董一樣，你發現佢唔好喎、啊，污糟邋遢喎，好醜樣喎、啊，啊原來好東西。原來是真的、啊、越漂亮的話呢越小心了，除非你真的想買一件美麗的工藝品。這個叫做斗，這個斗呢好像一個雞尾酒杯，但是銅器做的，有一隻腳，是吧？這是個蓋來的。我們裝什麼呢？真的裝食物，不是喝酒的，是裝食物、啊啊、你等於要即係我感覺而家去啲高級嘅西餐鋪咁啊，前菜咁樣就揾只咁嘅杯咧，就裝幾粒嘢喺度咁樣啊，咁就係嗰類啦。咁啊，咁呢個咧就係話原來四千年前我哋中國人已經有呢個排場噶啦嚇，仲好似加埋個蓋添嚇。咁呢個叫斗，咁呢個咧就叫鬼。咁我哋通常叫嘅九大鬼就呢只鬼啦。咁你見過鬼未啊？咁樣鬼同豆一樣係裝食物嘅。咁佢兩隻耳，咁下面冇三隻腳，咁因此唔係我哋煮食，我哋裝嘢，係裝啲肉啊，裝啲嘢喺度。咁啊，去到商代有冇筷子咧？仲係一個傳言。如果冇筷子咧，就只係用手去揦嘢食啦。嚇！但係商代咧已經有咩？有殼啊，叫鑿啊，即係筆嘢食嗰啲。咁呢個咧就是商朝嘅鬼。咁呢個商朝嘅鬼咧，嗱你見到啦，呢度一隻蟻龍，係嘛？呢度一隻蟻龍，兩隻蟻龍夾埋咪變咗一個咩？獸面啊！咁呢度一個獸面，呢度一個獸面，嚇呢啲叫靈啦啊！咁我個 handle 咧個柄嗰度咧，亦都有花紋。佢話呢啲咁嘅花紋就係雲雷紋啊！咁呢啲係圓圈嚟嘅，圓圈嚟嘅。咁你見到啊，成個鬼咧都已經鋪滿曬銅綠銅鏽。咁呢一點咧，我曾經咧多年前我喺政府博物館做咧，佢哋有一個古物修復組，佢將一件古青銅器咧，就為咗防止佢繼續咧氧化，咁因此用藥水咧浸咗佢。一浸完之後咧，咁嗰、那個氧化嗰、那個銅鑼咧，有部分係甩咗。
咁樣拎出嚟，我哋一睇咧，咁呢個實驗嚟㗎，你唔需要投訴啊！呢個實驗嚟嘅，哇！我見到成件嘢唔同咗樣喎，係完全冇咗個舊嘅味道，變咗個花面貓啊！因為佢本身已經受咗嗰個氧化嘅侵蝕啊嘛，變咗個皮殼咧係唔平滑嘅啊！但係因為用藥水咧，就將嗰啲氯咧、嗰啲氧化咧就拎走咗。啊！佢變咗一笪笪咯，仲要所謂嚇，咁啊成件嘢咧就係唔係咁嘅樣噶啦嚇。咁我哋好清楚咧，係原來呢一件東西嚟嘅。咁呢件東西係古物嚟嘅。如果我哋真係用一個咁嘅文物保護方法去處理呢個古代青銅器咧，我都唔知道啱定還唔啱啦。你明白我意思啊嚇？所以你要學 conservation 咧，亦都有一套即係指引嚟嘅嚇。即係唔係乜嘢都要還原翻個原貌，因為還原翻個原貌咧，我哋未必做得到嚇、啊，做唔到啲話咧，就只可以咧就由得佢順其自然啦，呢、這個緣分嚟啦。但係有一樣嘢咧，我亦都遇到一個情況咧，就一個金佛，所謂金佛即係銅佛啫，好細件。咁啊，佢有氧化，咁佢氧化咧，我哋多咗買佢翻嚟嘅時候咧，就唔嚴重噶嚇。咁買咗翻嚟，即係擺喺個倉裏邊咧一段時間幾個月到咧，咁啊拎出嚟一睇嚇咗我一跳。咁原來呢個佛嘅面部咧就好似生 cancer 咁樣啦，就呢度咧全部出曬綠色嘅點啊，喺個面部出嚟啊，咁啊喺嗰度發出嚟。如果你個身體發出嚟咧，仲可以掩耳盜鈴喎啊！你喺個佛嗰個面部發出嚟一笪笪咧就好肉酸啦啊！咁因此我哋買一件文物咧，呢、這個咁嘅銅佛咧好。好無奈嚇，咁啊，因為呢一個啊氧化咧，一路睇佢越嚟越嚴重嚇，咁我只可以咧就亦都根據上一次嗰個教訓，用藥水去揦佢咧，就變咗有第二樣嘢。咁唯有咧用一啲尖嘅嗰件嘢成為博物館嘅藏品啦，就用一個尖嘅刀仔咧，就將嗰個銅鑼咧就刮曬，刮咗啲銅鑼，即係好似刮瘡咁樣，刮刮刮，咁啊刮走曬佢。就希望咧，即係呢個銅鑼咧唔會繼續咧深入去啊！咁呢個係一個權宜之計嚟嘅啊！咁因此你哋去買銅器咧，其實咧就我頭先所講係一個經驗啊！咁你要注意，但係咧你能唔能夠買到一件咧你喜歡嘅東西咧？你當時買你喜歡，日後佢可能唔喜歡你，你就變咗唔喜歡佢，因為咧佢嘅氧化咧會令到你係好難過嘅啊！咁啊，所以古文物咧，點解如果係根據西方嗰個標準咧，又要空氣嘅温度、濕度要控制佢，就係咁嘅緣故啦。因為咧，好多時候嘅氧化咧就係水氣作怪。呢個係周嘅銅鬼嗱，呢一件東西咧，我上次講咩？講木頭，呢、這個就係器座。如果你仲記得叫金，這個就是金，銅金，啊，一個方形的銅金，就晾住一個櫃，啊，咁其實呢件東西咧兩件嘢黐埋一齊，啊，咁好清楚啦，呢個咁樣嘅大壽面啊，呢度有一個大壽面啊，啊，咁所以你見到呢啲青銅器咧，你唔知驚啊，亦話唔驚啦。啊！你對住一件咁嘅銅器上面揾個壽面望住你，你中唔中意食嘢啊？你都唔知中唔中意食嘢嚇？嗯，咁我哋古人改佢名叫饕餮咧，佢一個貪食嘅鬼啊！咁即係話俾你聽咧，唔好食咁多喎、啊，啊要小心喎、啊，唔係只鬼咧看住你啊！咁啊，成件銅鬼咧生曬壽噶啦，係嘛？冇一忽完整噶。嗱，呢件靚好多啦。嗱，呢個部位咧，基本上係冇氧化啦，係嘛？啊，呢啲地方氧化曬啦，係嘛？睇到啦，啊，同埋你會感覺咧，佢嘅成分咧可能有啲雜質。點解咧？佢未必係綠色，可能係啡色。咁呢個啡色咧，其實係鐵嘅成分。鐵鏽咧係啡色噶嘛，啊，銅鏽咧就是、綠色噶嘛，啊。咁你嗱呢一件東西就係西周嘅，
就比較完整啲，因為我講嗰個表面啊，嗱呢一件個器皿誒埋個花紋咧，就唔係饕餮啦，係咩？兩隻鳳，呢度一隻鳳，呢度一隻鳳，嚇只雀仔嚟嘅，嚇咁啊尾巴喺呢度，嚇一條長嘅尾巴，咁呢個就係西周嘅風格。咁你唔好話自作多情，兩隻鳳夾埋變咗個獸面咧，冇呢回事。鳳還鳳，只有兩條攜龍咧夾埋咧，可以變一隻獸面，一個饕餮。咁呢個中間呢個靈咧，就將佢美化為變為一個羊頭或者一個牛頭啦，係嘛？啊，咁呢個一個動物嘅頭部，動物嘅頭部。點解呢個有用藥水處理？呢個冇呢啲毛，呢啲全部冇嘅。即係我講話用藥水處理過咧，你根本喺博物館睇唔到嘅，係咁樣噶啦，啊！因為而家我哋唔敢處理佢。我講頭先嗰個例子咧，我哋做一個實驗，啊，咁啊發覺咧，即係以為聰明，啊，就做咗佢。咁啊做咗佢咧，一方面表示自己識古物修理，亦都防止惡化，嚇、啊。但係原來一做出嚟咧，就另外一個樣。咁呢個樣咧就係、是。我哋自己都唔接受。我個問題係話，你喺地板出嚟應該係氧化都緊要啊！你擺布落咗個櫥窗嗰度，變咗咁樣，唔知安處過點變一個？冇處理過嘅，處理過咧，呢個獸唔係咁樣嘅，因為我睇過咧，用藥水處理過嘅獸咧，係好似咩咧？好似你上顏色咁樣，即係好似畫顏色啊，即係畫油畫咁樣，一笪笪顏色係冇咩，冇深淺色嘅。啊、即係好似咧嗰個獸咧係黐上去嘅，但我哋知道咧個獸係天然生出嚟嘅。啊，咁點解我哋認為係唔值得咁做咧？就係將一個自然嘅氧化咧變為一個人為嘅附加物，咁令到你觀眾睇咗咧覺得呢件器皿咧係唔係一個歷史文物？咁啊對嗰件器皿咧係唔好嘅。啊，咁啊唯一一樣嘢要咁樣做咧。除非你發現好似我話嗰個銅佛一樣，佢嗰個銅嗰個氧化越嚟越嚴重啦，即係一你本身咧好多病毒生曬成身係瘡啦，你冇辦法唔做手術啦，啊，咁啊只可以咧就係醫嗰件嘢，等佢唔好成件嘢變為粉末，啊，如果唔係可以變為粉末㗎，好嚴重啊，啊，咁呢件就啊好彩咯，佢可以流傳得咁好咯，啊，咁你要睇下嗰個地下嗰個環境咯。如果地下的水分冇咁嚴重，啊，佢保養得好的時候，咪可以個氧化減低咧。呢個係鬼嚟嘅，不過佢係方形。咁我哋方形咧喺個紙上面冇嘅。咁如果你想知咧，方形嘅鬼咧，我叫做符啊，符啊。咁你睇到呢字咧，竹花頭嘅，咁即係話早期咧，佢嘅造型係用竹做嘅，後來咧就係用銅。啊，變為一件永世保用咧，一路用落去。咁呢一個就係一個樽，花樽個樽，酒樽個樽，即係尊敬個尊個音，啊，即係個字嚟嘅。咁啊，早期嘅樽咧就裝酒，呢個酒器裝酒，佢係喇叭口、喇叭腳，啊，咁啊中間係一個花紋。很多時候中間的花紋就看看它什麼時代了，這個商朝的幾個饕餮在這裡，是吧？咁這個商代呢，這個樽呢是四方的，方形樽，就不是圓的樽，是四方的樽。咁你看到這個樽呢，看這個這樣的喇叭頸呢，是不是好像一個三角形這樣的花紋，是吧？咁這個三角形的花紋呢，其實我哋講玉器嘅時候咧，就係呢種花紋啦，蟬紋啊。咁我哋古代嘅玉器咧，係做好多蟬玉蟬，大家都知道蟬，我已經解釋過個作用喺邊度，係嘛？咁啊，青銅器上邊咧，亦都借咗玉器上邊嘅蟬嗰個流行嘅程度擠埋上去啊。咁啊，因為蟬咧本身個形狀咧。就是一個幾何三角形，咁就變咗一個輔助花紋。咁呢啲咧就係動物，
咁點解商周，尤其是商代個花紋以動物為主呢？如果飛鳥，我哋叫做鳳；動物，神聖嘅動物叫做葵，即係龍。點解呢？其實就等於我曾經講過，好多古代皇帝嘅皇陵，漢或者之前嘅皇陵，唔係啊，應該後啲，唐代之前嘅皇陵咧，嗰、那個守住嘅皇陵嗰個墓道咧，基本上都係石做嘅神獸。啊，就唔係咧石做嘅人像。嗱，石做嘅人像咧，我頭先講過秦始皇嘅做咗十二個金人咧。咁如果你睇一啲古書咧，佢叫雍仲，呢個特別嘅名嚟嘅。雍仲嚇，咁即係我哋可以話做十二個金雍仲出嚟。咁啊，到後來咧。在皇陵啊，在那些大型的墓葬前面的墓道擺了很多石製 的獅子啊、象啊，什麼都好啦，還有人的嘛，那些人呢就叫雍仲、啊、在唐之前的皇陵呢，那些皇帝、啊、他不會找雍仲去守他的陵。在唐之前呢，雍仲所謂的一個金人，或者我們現在說的巨大銅人，是守什麼？守現世的皇宮皇陵咧，陵墓嘅陵啊，嚇！皇陵係用神獸去守嘅，嚇！因為人咧係喺個現世間咧，同嗰啲妖魔鬼怪去打，但去到第二個世界咧，喺個靈界咧就揾動物去打啦。所以古代皇帝嘅皇陵咧，就用嗰啲咧野獸，老虎啊、獅子啊、神獸啊、有翼嘅怪獸咧。去守住佢皇陵，嚇、啊！咁呢種觀念咧，去到我哋咁早期咧，點解咁多呢啲怪動物咧？個道理一樣，就係話咧，祭呢啲全部係同祭祀有關係噶嘛。咁所以咧，就要擺咁多呢啲東西上去。嗱、啊，這個、呢個咧就係、是、好小型嘅樽。咁你見到啦，個身撩細咗好多嘅。咁呢個叫咩？叫鉬。鉬是一個酒杯，如果你很有品味、很有性格去飲酒咧，就揾個鉬，個鉬啊，咁啊揸住個鉬咁去飲嚇，就唔係用個酒，即係而家嘅酒杯去飲。咁佢其實同個樽咧大同小異嘅，只不過咧個造型咧撩長咗好多嚇。咁呢個咧，亦都係有好多人認為佢係一個酒杯嚟嘅，但係其實咧，佢嗰個形狀比較大啲嘅，咁大個嘅一般。咁有冇拎住咁大個銅嘅杯咧去飲酒啊？咁嚟我哋睇下咯。嗱，呢幅圖咧，呢啲就係雲紋啦，呢雲啦，雲雷紋嘅雲紋啦。嗱，呢件東西咧，三隻腳。咁啊，三隻腳咧，你一定要諗佢同火有關係啊！咁即係話，商代嘅人將呢件器皿裝咗酒，下邊又加堆火，咁即係煲住啲酒，即係温酒，暖住啲酒啊！咁呢個一個 handle， 呢個耳仔，這個柄啊！但好啦，如果呢件銅器啊，經火去焙燒過佢。你拎唔起呢個耳仔喎，熱嘅喎，啱嘛？咁於是咧，呢兩條柱就有作用啦。呢兩條柱咧，就真係叫柱啦。即係喺個口弦咧，伸咗兩條東西，好似一條柱咁樣。咁然之後咧，你可以綁住條繩，咁啊撐起呢件嘢。嚇！咁呢個咧就係、是。我初初都唔識讀呢個字啊！呢、這個叫咩啊？架叫架
假有兩條柱，這個呢就是沒有兩條柱的假，沒有兩條柱的假呢，前尖後尖我們叫角，你明白我意思嗎？假呢是一個圓的，有兩條柱，那如果沒有兩條柱呢，就變咗咧，就係、是、一個圓嘅角。啊，呢邊尖呢邊尖咧，就等於咧下一幅圖。啊，唔係喎，等於呢幅圖。呢幅圖大家都知啦。這個雀呢個雀咧。其實呢是來自這個字的，雀仔，這邊尖的，這邊又尖的，那三隻腳、啊、上面這條柱、啊、那這條柱呢，以前的人呢就經常呢估不到這兩條柱是做什麼來的，咁有啲人咧懷疑咧，你飲個酒杯咧，飲住佢咧，兩條柱就頂住個鼻梁咧，就等你咧唔會倒瀉酒。咁我哋咧做實驗咧，發覺唔係咁啩，但係冇理由做兩條柱，兩條柱唔容易做喎咁樣。咁我哋咧而家咧就覺得佢有咁嘅實用嚇，咁、啊、呢叫雀。咁我哋點解證明咗咧？佢唔係單係一個酒杯咧咁樣，一個雀比較細啲嘅，你大家都對呢個雀咧就有認識㗎啦，嚇、啊，咁啊真係可以拎上手去飲嘅，嚇、啊、飲酒。咁我哋喺考古遺址裏邊咧就發現咧，曾經有啲雀咧呢下邊咧就有俾火燒過嘅痕跡，咁即係證明咧佢係一個温酒。咁即係話喺商代嘅時候咧，同埋周嘅初期咧，我哋中國人飲酒咧。是很講究的，是要將酒溫暖了它，就不是就這樣喝的、啊、因此呢做了這麼多跟酒有關係的器皿，這個呢、就是、也是一個酒杯來的，它叫軍，這個酒杯呢它的好處在哪裡呢？這裡有個蓋，這個動物的蓋，這個動物的頭部拿了個蓋呢，這個就是雀的個尖嘴，這個呢就是一個柄個 handle， 你這裡是喝酒的，就是這樣喝酒、啊、它的好處就是因為它有個蓋，我們叫軍、啊啊啊、假因為有兩條柱呢未必有蓋，角呢因為沒有兩條柱呢就可以做個蓋，所以你看到角呢是可以有蓋的，但很多時候一個蓋呢很多就怎樣呢，不見了、啊、就分開了不見了，雀呢也很難有蓋，因為它有兩條柱很複雜、啊啊、所以古人呢就發明了這種造型叫軍、啊、這件呢就大件很多了，這裡有個提梁，就是一個 handle， 我都叫提梁、啊、這裡有個蓋、啊、這個是一個獸面、啊、要畫出來一個獸面、啊、這兩條蓋龍啊，這個叫什麼呢？叫酉，即是一個酒樽的形狀，一個盛酒器、啊、它就不是我印象，因為直接好像個茶壺一樣、啊、不過呢它就有個提梁，即是這個這樣拿出來的柄、啊、這個可以了，這有個鍋，拿我的蓋，拿這個柄是不是一個力來的，
係嘛？啊！但係咧，佢有個嘴啊，即係呢個咁嘅瘤啊，啊，即係壺嘴啊，呢個就咁，所以我嚟斟酒，亦都係一個盛酒器嚟嘅啊。咁呢個叫鑊，不過呢個鑊咧就唔係一個典型嘅鑊，有啲其他嘅造型嘅。咁呢個咧就係蘇怡士飯樓嗰個儀啊，儀咧亦都係裝酒。咁蘇怡士係一個譯音嚟嘅啫嚇。咁本身個儀字咧，就係一個酒器嚟嘅。咁呢個蓋嚟啦，嚇。咁啊，佢通常咧就方形，即係長方形，嚇。咁裏邊就裝曬酒噶啦，嚇。咁啊，點解酒器通常有蓋？大家都明白啦。如果酒器冇蓋咧，就一定啲酒揮發曬噶啦。係嘛？除非係一個酒杯嚟嘅啫，所以必定有蓋。咁因此嗰啲樽咧係應該有個蓋㗎。不過蓋咧好多時候唔見咗咁解啫嘛。花樽咧就冇可能有蓋嘅，啊，咁個分別就喺呢度嚟啦。啊，咁所以我嗰陣時介紹青瓷展覽咧，到宋嘅時候咧，中國人開始要揾一啲容器去插花，就揾一啲酒器變為裝花的器具，咁所以咧由酒樽就變為花樽，就將嗰個酒樽個蓋拎走咗佢。咁所以而家你見到買啲咩花樽，花樽好多時候就係嗰個樽嘅形狀或者菇嘅形狀啦。咁佢個來源就咁嚟嘅，喺酒器嗰度嚟嘅。因為我哋一路以嚟咧，中國人就冇插花呢個觀念啊，使乜插花啫？後花園已經有啊，到而家我哋因為冇花園，我哋又要賞花。所以我哋去摘花，摘咗花翻嚟，我哋要揾個地方去裝起佢，啊，揾個器皿，咁因此咧就用酒樽。咁呢個係後期出現嘅東西啦，啊，叫咩名咧？嗱，有幾個器皿咧係好似樣嘅。呢啲咧都係裝酒嘅，嚇咁啊！尤其是呢個壺，早期嘅壺咧就唔係裝酒嘅，因為我哋唔見有蓋，係水壺嚟。因為你裝水可以冇蓋，嚇咁到後來咧，我講過話，到春秋嘅時代咧，成個社會落扭亂啦，皇帝都管唔到啊，即係周朝個天子管唔到啦，嚇。咁因此好多祭祀用嘅呢啲咁嘅禮器咧，呢啲青銅器咧就唔需要咁複雜啦，啊，又搞咩菇啊、樽啊、乜乜乜啦咁樣，唔需要咁複雜啦。於是點樣咧？揾個壺搞掂曬佢啦。咁因此喺春秋以後咧，我哋又再好少見到有咩有鬼呢樣嘢，有樽呢樣嘢，啊。有鑿、鐲呢啲全部好複雜嘅器型咧，唔講究，就變咗咩？一個壺蓋替曬啦。如果個壺稍微變下少少形狀咧，我叫做鑰啊。其實壺同鑰差唔多樣啊。咁呢個壺咧，一路嘅形狀咧，就去到漢朝嘅時候咧，喺陶器上邊咧就變咗咁嘅樣，一個壺。咁呢個咧，我就係叫杯形口蓋，我成日都提過啦，嚇。咁呢度咧就有個耳仔，咁呢個耳仔咧係貼上去嘅，根本咧冇實用嘅，嚇。咁呢兩隻耳仔貼上去咧，係仿咩？仿青銅器，仿銅壺，嚇。呢個啊應該鑑鑑別個鑑。咁古人想照自己嘅樣咧，就揾盆水，
咁嗰盆水咧裝咗一盆水嘅器物咧叫鑑，就係呢樣嘢嚇。咁如果想復古咧，你咪買個面盤咯，擺喺屋企啦啊，咁裝盆水咁啊，咁你屋企人話做乜啊？咁樣冇嘢啊。阿楊生講話要鑑啊嘛，鑑別下自己個樣，咁我咪水照鏡啊。咁呢啲係盛水器啊。咁啊，當然到個後來我哋有鏡啦啊，所以我哋用青銅器咧。就是做了銅鏡，銅鏡的出現呢就沒有了銅鑑、啊、如果不是鑑就是一個照樣子的水器、啊、不是洗手用的，你要分清楚，洗手用就是這個叫盤，叫盤。咁你好得意啊！個觀念同我哋嗱，你同頭先講個比較咧，兩個都係裝水，但呢個個水係深啲嘅，呢個係淺啲嘅。啊，你唔好諗住調轉咗佢，啊，以為你照個樣啊，淺啲水啊，慳啲水，睇下個樣得啦。唔係，原來咧呢個先至係鑑，呢個咧就係洗手用嘅。咁點樣洗手啊？咁淺嘅水點樣洗手啊？又俾古人呃咗我哋啦。嗱，呢個真正嘅盤啦，生曬壽我哋見到，呢個係周代嘅。嗱，呢條攜龍，呢條攜龍，呢度一隻抽象化嘅攜龍啊！但你諗下，成件器皿咧已經氧化曬，係冇肉酸啊！但呢件係古董嚟噶，咁你肯唔肯幾百萬買佢啊？而家我哋中國嘅商周青銅器咧。真的那個時代呢，真的那個時代呢，應該超過100萬一件。如果你有機會去拍賣行去看呢，好一點的質素呢，尤其是商代啊，那些獸面啊，那些什麼啊，那些攜龍啊，那些蟬紋啊，全部見曬呢，幾百萬一件啊。但是相對來說比瓷器便宜啊。但我真的說呢，我們這些這樣的青銅器呢，現在在市場裡面呢冇幾十萬一件噶啦，嚇、啊！咁幾十萬一件咧，就係、是、氧化曬，嚇、啊！就個質地好差，睇唔到啲花紋。咁啊，咦？好似有一件嘢，俾我望一望呢幅圖。跟住有個壺，有個雷，哎，有個儀啊！是这个，不好意思，那个调错了、啊、这个壶啦，这个壶你看到了，那条龙已经抽象了，这个就是西周中期，即等于我，如果你有印象，啱先我有个顶，是吧，就是这样的花纹了、啊、这个就是、西周晚期到春秋、啊、这个就是一个壶，這個壺是酒壺，因為它有蓋，那個蓋呢做到這樣的形狀，好像蟬的形狀，下面這些呢一豆點豆點是什麼？蟲仔來的，即是已經呢個攜龍退化到不是那個形狀，是變成一個豆點一個豆點，一個襟華這樣、啊、那這個去到這個時代是什麼？戰國已經再認不到它是什麼形狀、啊，所以我哋即係頭先我講咧，就係話去到戰國嘅時候咧，青銅器已經去到最後嘅階段，因為戰國嘅時候咧已經出現咗另一個金屬，呢、這個金屬比銅器更平、更容易處理，就係鐵。所以我哋中國人開始進入一個新嘅時代，就係鐵器時代。當鐵器時代出現的時候咧，青銅咧就沒落啦，嚇、啊！咁所以我哋見到喺戰國時代嘅文物咧，即係青銅咧越嚟越少，同埋個器型咧越嚟越簡化，個裝飾花紋咧越嚟越唔似樣，嚇、啊！咁如果見到咁嘅青銅器咧，後期噶啦，去到戰國噶，但係當然你唔好誤解咗呢啲咧，十零萬買到。一樣買不到，一樣買不到、啊、
咁你譬如呢一件咧，根本咧個質地好好嘅，睇到啊，係嘛？個氧化好少啊，嚇！你見到有啲紅色咧，其實嗰啲後來咧，有陣時有後來用啲朱砂冚住佢，即係可能經過後期咧，嗰啲藏家，因為我哋古人咧要保護件文物，用朱砂保護，塗一塗啲朱砂冚住佢，等佢唔會容易氧化，同埋紅色咧吉祥啊嘛，嚇！咁呢個係戰國到秦嘅一個壺啊，咁呢個壺都好靚，五顏六色喎、哦。咁呢個五顏六色咧，就係、是、銅器咧去到最後一個掙扎嘅階段。點解話掙扎嘅階段咧？就係、是、話玩都冇得玩啦。咁啊，但係咧又覺得誒仲、可以有個技術咧，係令到佢美化嘅。叫金銀錯的裝飾，即是錯金和錯銀，如果兩樣都有就金銀錯、啊、那為什麼呢？在銅器上面呢就作一些粒槽或者粒點，你明白我的意思嗎？那作粒了它，然後填一些銀絲上去或者金絲上去、啊、如果填金呢就叫金錯，填銀就銀錯，兩樣東西都填就叫金銀錯、啊、那麼填完之後呢就用，不是用砂紙的，那陣時沒砂紙，我不知道用什麼，總之磨平它，磨平它，那磨平了呢變成光滑了。那當然呢它是作一粒槽的時候呢當然有個圖案啦，比如這個呢是一個這樣的雲紋啦，是吧？這個好像一條龍的形狀啦、啊、那甚至後來呢就不是金銀錯呢，就變成什麼，可以鑲一些半寶石下去，珊瑚啊，你明白嗎？珊瑚啊，這些東西擠了上去、啊、那麼你見到這一種這樣的雙嵌的銅器呢，很後期，一定是戰國以至到秦、啊、甚至去到漢，即是西漢的時代、啊、因為呢這一種東西呢已經不是一個實用品，是什麼？是一種裝飾品，是一種奢侈品、啊、如果實用器具呢就玩鐵器。所以如果講開話飲食，頭先我哋見到有鼎，我哋煮食；有力，我哋煲粥；有芡，我哋蒸嘢食 steamer 啊。咁我哋中國人一路以嚟咧就冇得炒餸，冇一件銅器咧俾你炒菜嘅。咁點解炒菜用咩？用個鍋，用個盤。我哋中國人嗰啲盤咧，我嚟晾裝水嘅嚇。咁、啊、下邊咪燒火嚇。咁、啊、用一件陶器嘅盤去炒菜咧，啲陶器好厚，唔受熱嘅。咁之後到漢朝咧，就有個鐵鍋啦。所以我哋中國人炒菜，就只有始於漢代，因為漢代才有鐵鍋、啊、這個是我們飲食的進步、啊、那要秦始皇你說、乾炒牛河啦，整碟這樣，我看了這場戲我就零頭了，沒可能有乾炒牛河、啊、因為炒不到菜、啊啊、這個呢就調轉了，這個是一個儀啊啊，儀啊，叫儀。這個儀呢其實跟那個盤呢是孖公仔來的。那麼、啊、為什麼我這麼說呢？就是說我這個杯呢是一隻儀來的，舉例而已、啊啊，咁啊，呢個係一個病嚟嘅。咁呢度裝呢有水，咁呢個做咗一個動物嘅形狀，係嘛？咁裝咗水咧，咁啊隻右手，譬如你用右手的話，就右手揸住個鹽，下邊呢度咧就晾住個盤，咁我係洗手啊。你明我意思啊？咁所以咧個鹽倒水落呢隻手，咁我更加捽下佢啦。咁嗰啲所謂污水咧就落咗個咩？
個盤嗰度，嚇就係咁用噶。咁因此咧，就個盤咧原本咧係冇水嘅，係愛嚟盛載污水。咁所以個盤唔需要咁深水嘅，嚇。咁你洗兩洗，咁你唔好同我辯駁話點樣洗手啊？咁啊洗咗手啊！咁我哋中國人以前講禮儀啊嘛，你洗手，哇！整到我個洗手間全部濕曬，一入到去察覺咁亂，咁我知道咧，你哋都唔守法嘅。咁你古人守法就要咁洗手，咁啊洗一洗咁啊，咁啊換隻手洗一洗咁樣，咁啊變咗個污水盤咧，就先至拎去處理佢嚇。咁呢個就係一個禮法。而呢種東西咧，如果你有興趣咧，我哋上一個展覽咧，青瓷咧，去到元代咧，元代蒙古人咧做咗大量瓷器嘅儀啊。嗱，青銅器去到戰國走到末路，去到漢代苟延殘存，去到漢代青銅器只係做咩？做燈。做鏡，做頭先個金文錯嘅壺裝飾品，嚇係貴族皇后用嘅，皇帝用嘅，嚇。但偏偏咧就去到蒙古，即係元代，竟然間將個儀嘅造型要翻生，咁呢樣好有趣嘅，嚇。宋我哋好少見儀，唐亦都唔見唔到儀啦，嚇。咁只有咧呢啲青銅器嘅造型咧，去到宋咧先至可以復甦。宋點解復甦呢？我哋明白，因為宋徽宗好古復古嚇。咁、我哋頭先呢張紙上面嗰啲古靈精怪名詞咧，其實好多時候係宋朝人作出嚟嚇、未必係當事人嘅叫法嚟嘅嚇。咁、因此我以前咧有一個老師係中國人嚟嘅，不過佢好洋化嘅嚇。咁、佢對我講話：，李龍，呢啲名字你唔需要讀㗎。你唔識唔緊要噶，呢啲後人加上去嘅啫，啊，唔係原裝嘅名嚟嘅。你可以而家個咩名都得噶啦，佢好開通嘅，啊，咁佢真係叫我唔需要咧深究嗰啲名詞嘅叫法，嚇、因呢個後家。咁但係我自己心諗，後家都佢都係宋代人啦，唔係我楊某人加上去噶嘛，係嘛？咁都係宋代人。你而家你可以將個碗變埋第二個名都得噶，不過有冇人接受你咁解啫，係嘛？咁你可以將你個水殼叫做儀都得㗎，你走去超級市場，我想買個儀啊，咁樣嚇死人，寫個咁嘅字出嚟，咁樣你真係俾人打，俾人鬧，啲咩挑戰我啊？整個咁嘅字，你咪寫錯咗字啊？啊，咁呢個其實就係水殼啊。咁你翻屋企咪對屋企人講話，我而家要換個新儀咯。啊，咁呢個魚啊，水魚。即係潭魚嗰個魚啊，裝水噶啦！呢、這個真係裝水噶啦。我頭先個盤咧就裝污水，係嘛？咁如果你裝一啲乾淨水就要即係大勁好多啦，深好多啦，係嘛？咁呢個係水魚嘅魚。咁啊，我頭先所講嗰批咧，就有煮食器。有性食物的器，有喝酒的器，有性酒的器，有性水的器，是吧？啊，那这个就是乐器。啊，那因为祭祀呢，必定要配乐。你明白我意思吗？啊，所以古代祭祀一定有琴，有乐。啊，那一配了乐，一定还有什么？跳舞。所以我們講中國的音樂史一定不可以不講跳舞，樂和舞是混合的，必定的，即是等於跳舞你一定有配樂。當然我不是講現在很新潮，在古代來講，樂舞是一定必然的組合，祭祀一定要配樂器，所以樂器是很重要的。古代用青銅做了這些鐘，時鐘個鐘呢個樂器啊，敲擊
嗰度打上去敲擊。咁你見到啦，佢個造型一樣啦。嗱，呢個咧就係呢條龍已經又係簡化咗嘅龍，必定唔係商代嘅啦。咁呢個銅鐘咧，呢個青銅鐘咧，已經係咩春秋時代嚇。嗱，呢啲咁嘅突出嚟嘅花紋咧，就有所講嘅乳釘啦，就突出嚟嘅乳釘。咁呢度咧有銘文啊。咁啊，青銅佢上面嘅銘文咧，就係一個好好嘅歷史材料，就記載咧個製字嘅過程同埋佢個原因啊。咁就啊，等於因為佢一個製件咧，如果用大量嘅銅器咧，必定一個好大件事啦啊。譬如打仗啊、結婚啊、改朝換代啊、啊會換皇帝啊咁樣，就將件事情咧記載咗落嚟。咁我哋叫做金文，即係金屬嘅金文啊，或者叫中鼎文。嚇，就係一個銘文嚇，咁呢啲就係古文字嚟嘅，就同甲骨文係兩回事。咁呢個頭先我所講嘅箭頭啦，青銅嘅箭頭啊，咁你見到箭頭咧係通窿嘅喎，點解？殺傷力最強，插咗箭入去，如果你掹佢出嚟，連啲肉都掹埋出嚟。如果你本身係一個實心的話咧，嗰、那個傷口咧。是直的，如果好像這樣的情形呢，個傷口入了去，你拔個箭頭出來呢，你這裡中間的肉就扯出來、啊、因此後來呢，我們中國青銅器的劍，或者劍又是劍，刀呢就用來斬的、啊、為什麼我說早期用戈呢？我曾經講過很多次，就是長兵器，我們騎一個馬車去打、啊，因為馬車和馬車打咧，根本不可以埋身搏擊、啊、只可以用長兵去斬去刉啊嚇。但到後來咧，我哋發現同啲匈奴啊、啲胡人打咧，我哋嗰支戈咧打唔到佢，因為佢騎翻埋埋到嚟咧，佢一劍就刉死咗我。咁發覺哇，佢短兵器咁叻咧咁樣啊，咁於是咧就要學習咧胡人咧用短兵器啊。咁啊，短兵器咧包括咗銅刀。同埋銅劍，所以早期嘅銅劍咧，只不過咧係劍，大家知道係刉落去。咁刉落去咧，個劍咧就好似咁樣刉落去。咁但係後來嘅劍咧，就有一條咧，早期嘅劍就咁樣，係一個好利嘅鋒咁樣刉落去。後來咧，呢度微微凸起，你明白我意思啊？明明第一刉落去，拉翻把劍出嚟咧，咁於是個敵人個傷口多了一條血槽啊，咁啊嗰個傷害更深啊，咁所以我哋去鑑證一件古文物咧，就要睇佢嘅造型咧係咩功用嚇，咁、啊、個功用咧係俾到我哋好大嘅線索嚇，即係我撇開咗呢啲咁你咪殘唔殘忍乜乜都好啦，我哋去研究呢樣嘢嚇。啊即係所有東西係有一個進步，或者有一個退步。譬如青銅器嘅退步啊，原來佢嘅退步係等於佢嘅晚期啊。但有啲東西佢嘅進步咧，就等於佢咩？等於佢嘅晚期。你明白我意思啊？即係咧，漢代嘅鐵器、漢代嘅鐵鑊同埋清朝嘅鐵鑊係兩回事嚟嘅喎。你今日嘅鑊又唔同喎、啊，你今日嘅鑊唔係鐵鑊咯、啊。你有幾多人用鐵鑊啊？你而家生鐵鑊都已經好難買啦。啊！你而家用嗰啲科學嘅鑊，係嘛？係兩回事咯，啊！所以係唔同。咁呢個咧就係我哋喺兵器上邊一個進化嚟。咁呢個咧就係商代喺四川趕漢三星堆。咁呢個遺址係商代嘅遺址。一棵很大的樹，我一直講過，我哋中國人最早期心儀一棵大樹就係扶桑樹。咁呢棵係咪扶桑樹？我哋唔知道。但係呢棵樹我冇去過一個三星堆睇過一件實物。但係據說呢件實物咧，成層樓咁高嘅，商代喎，三千幾四千年，啊三千五百年度，嚇、啊、一隻只雀仔企曬喺度，呢雀仔嚟嘅，嚇、啊、咁就表明咗咧。即使偏遠到去四川咧，去到三千幾年前咧，我哋中國人咧都可以做得咁出色嘅銅器，啊！咁呢個同一個位置見到一個大嘅銅人，銅人隻手
一個窿，咁我哋懷疑咧佢揸住一件法器，法律嘅法器祭祀。你睇佢個面樣咧，好得人驚，完全唔似一個漢人嘅樣，係一個少數民族嘅樣嚟嚇。咁呢個三星堆，如果你有機會去四川咧，你去三星堆都唔係好容易，唔係好困難去嘅啫嚇。咁啊，值得去睇嘅，因為呢個係商代一個青銅嘅位置，青銅嘅位置。佢裏邊嘅文物咧，我而家隨意拎一兩件俾你哋睇嘅啫嚇。咁佢做得好厲害，有金，即係真係真金個金嚇。佢嘅花紋咧係同我哋中原嘅花紋有啲唔同。而呢個人物嘅造型咧，完全咧即係好似一個胡人嘅樣嚟嘅嚇。佢係出於四川。咁啊，從呢點可以睇到咧，我哋以前所謂皇帝啊，即係統治者咧，佢做用金屬做嘅人物咧，你見到佢哋，你話佢小氣又好，好寬宏偉大咯。佢做咩？佢做一個外族人嘅樣子。秦始皇十二個銅庸眾、金庸眾，我講個做敵人嘅名字，即係外敵，高人一等。著嘅係胡族嘅衫，係嘛？咁啊，嗱呢一個咧，亦都係一個唔係漢族人嘅樣子。咁呢點睇到我哋中華民族一早已經咧同化咗好多民族，雖然我哋自己咧自己又打緊交。咁我哋中國人自己打交已經打咗幾千年噶啦，打到而家照打噶啦，係嘛？咁啊冇辦法噶，係咁打嚇。咁啊打外敵啊，永遠係輸嘅。打自己啊，打得好厲害。你睇啲發明啲兵器幾偉大啊！咁啊，所以啊呢、這個三星堆咧，係令到好多學者咧係重新咧去睇我哋嘅古文化。咁呢一件咧就漢朝嘅燈，咁我講過咧。就是青銅器一路沒落，但是呢仍然保留一些青銅的技術去做什麼呢？不會再做其他東西的，不會做鬼那樣東西。鼎是照做，因為鼎是代表皇權，仍然代表皇權、啊、但是燈呢，這隻牛來的，那燈在這裡，那燈裡面呢就點一支蠟燭，那這個燈呢，這個盤呢是動的，可以轉的。咁即係換個話説咧，嗱呢度係透明嘅，即係呢度係出光嘅。咁如果你話遮住我，撐住我瞓覺，咁啊擰住眼燈。咁咧燒蠟燭咧，個燈咧即係個火一定有煙嘅，個煙一路上，一路落到嚟咧呢度空心嘅。咁呢度咧就擺咗啲水，所以啲煙落到嚟咧，啲煙咧就融入咗個水裏邊啦。咁因此咧，你成間屋咧係冇污染嘅。咁呢個係漢代東漢嘅燈啊。咁呢種設計咧，你諗下已經兩千年前已經有啊，好環保喎、啊啊、不過係好環保，但係我陽春堂咧做唔到啦。點解？我冇錢買，因為呢啲係貴族用嘅燈啊，即係等於大型水晶燈啊。而家你點有錢買啊？啊、不過從呢一種咁嘅工藝，我哋睇到我哋古人真係有咁嘅智慧、啊、可以做咗咁嘅東西出嚟，就只不過唔可以普及，因為點解咧？實在太名貴啦、啊、你諗下呢個盤可以轉動嘅，你中意照邊度咪擰咯，你唔需要擰下喐呢喐呢個燈座噶，呢、這個屬於燈座嚟噶嚇。咁、啊、啲煙咧就唔會走圍周圍走嘅，喺呢度落咗去，落咗裏邊嘅水嗰度嘅嚇。啊咁啊，講過啦，就係、是、到戰國開始淘汰咗鑑，我哋照個樣開始用銅鏡啦。咁當然呢塊咧就係、是、西漢嘅鏡，漢朝嘅鏡，呢、這個鏡嘅背面嚟嘅，鏡嘅正面咧就我哋照樣嘅。啊，咁啊，大家知道咧，銅鏡去照樣咧就係用金屬嗰個反光嘅啫。啊咁到今時今日咧，我哋咧通常拎住呢啲咁嘅古董鏡咧，都照唔到我哋嘅樣噶啦，因為已經氧化咗噶啦。即係如果真係照到個樣咧，又係要小心啦。
如果佢真正係咁早歷史嘅鏡能夠照到個樣咧，咁咧你就要好高興噶啦，因為你自己係妖精嚟嘅，你係照妖鏡啊，可以話千年照妖鏡照到照到自己個樣子出嚟啊。咁我哋而家呢啲鏡咧，係欣賞佢嘅背面，因為古人咧係將鏡嘅背面咧就做好多古仔出嚟啦。咁啊，看嗱呢個鏡咧，中間呢粒咧，我叫瘤啊，即係攞粒的啦。你揸住粒的咧，當然好難揸啦。就呢一的啦，嗱呢個另一塊鏡，你睇得清楚啦。呢兩個窿嘅就綁繩嘅，咁你揸住條繩咧，咁樣擰轉就照鏡咯，係嘛？咁啊，如果講究咧，就有個鏡台啊，個鏡台咧就將個鏡咧晾住喺度，咁我哋照啊。咁啊鏡咧，嗱呢啲鏡好細塊嘅，咁細塊。如果擺喺鏡台咧，又大隻大塊好多。咁啊，越大塊當然咧越貴重啦。咁啊，古人咧就譬如呢塊鏡咁多粒東西咧，咁啊俾人感覺好似係魚釘啊。但係我哋覺得咧，去到呢個漢代嚟講咧，魚釘呢個觀念逐漸咧係退化㗎啦。咁呢啲咁嘅特點咧，應該係天空上邊嘅星，因為漢代咧係好中意講究嘅星空。一個星空咧就代表咗嗰個命運啊，所以呢個係一個星象圖嚟嘅啊。咁啊，呢啲咧就係嗰啲咁嘅光環嚟嘅。咁啊，呢一件咧又同一時期嘅鏡嗱，呢四點咧，你話佢星星又好，係雨釘都好啦。但係你見到咧呢度咧有兩隻老虎，呢只老虎，呢只老虎，呢條龍，呢條龍，龍虎鏡。啊，咁啊，龍龍虎擺個鏡嗰度咧，佢作用喺邊度？你買塊咁嘅鏡 ，picture 咯，係嘛？即係連塊鏡你都要有法力嘅嚇。咁啊，呢、這個後期啲啦，東漢嘅時候啦嚇。咁、啊、呢一行咧，其實咧刻咗啲銘文，一行文字喺度嘅。咁啲文字呢度好多文字我睇唔到啊，呢度好多個字啊，呢度有成20-30個字。咁有啲好簡單嘅字咧，就係話日月超明啊咁樣。日月超明，大家喺字面都好容易理解啦，即係話照得你靚啊。希望個日月都好光明啊。咁啊，即係天下太平啊。就啲吉祥嘅説話嚟嘅嚇。咁就咁裏邊咧有好多神獸啊。咁啊，中間呢度咧，你見到呢個有一個英文字母個 T 字，呢個個 T 字，呢個個 L 字。呢度個 V 字，咁其實講玩笑嘅啫。呢啲係外國人咧研究我哋早期鏡，俾佢名叫 TLV 花紋。咁 TLV 花紋唔通我哋中國人到到漢朝已經識英文咩？啊，咁啊，只不過根據造型叫 TLV 花紋。咁 TLV 花紋其實就等於咧漢代咧一個好流行嘅遊戲。捉棋遊戲六博嘅遊戲，擲骰仔，好似玩我哋飛人棋一樣，你明個意思啊？擲骰仔，然之後咧就喺度行嘅。咁呢個咧其實一個棋盤嚟嘅，嚇。咁個棋盤咧，只不過咧呢啲咁嘅 TLV 係嗰條路線嚟嘅，嚇。咁呢種六博嘅遊戲咧就喺漢代流行嘅，嚇。咁啊外國人咧就唔知就初期叫做 TLV， 嚇。咁我哋就知道一個六博遊戲。咁啊，呢幅咧就好後期嘅鏡啦，就是、宋代。宋代嘅鏡你見到啦，呢個一個人物、兩個人物、三個人物、四個人物，呢、這個就係而家你哋睇緊歐洲國家杯蹴鞠。即係踢足球。咁好清楚咧，踢足球係我哋中國人發明啦。喺宋代已經有啊，打高爾夫球都係我哋中國人發明嘅嚇。咁呢個係宋代嘅銅鏡，即係變咗咧係一種流行嘅玩意嚟嘅。咁啊當然啦，當時就唔會十一個對十一個嘅，係嘛？但係你睇到呢個都唔知係咪女士嚟添啊？可能係女士嚟嘅，睇個服飾嚟嚇。咁嗱呢個係鏡嘅背面嚟嘅。咁你都睇到啦，嗱呢一塊鏡。同埋咧，呢個漢嘅鏡嘅質地係唔同嘅。呢塊鏡咧，加咗好多其他嘅金屬，
令到個反光面係唔同咗。咁因此你照個樣咧就更加清楚。咁我哋中國人人用銅鏡由戰國開始一路到明代，到明代晚期利馬竇就帶咗一塊照妖鏡翻嚟，嚇咗我哋一跳。原來我哋自己個樣係咁嘅樣，嗰塊就係水銀鏡，就是、西洋鏡。我哋而家嘅西洋鏡嚇、就係用水銀。咁呢座水銀鏡，我而家用緊嘅鏡又唔係銅鏡，係水銀鏡，喺歐洲發明帶咗嚟，喺明代晚期帶入嚟。咁所以咧，到明代晚期，我哋中國人咧發現一塊咁靚嘅鏡，係比我哋用銅器咧更加照得清楚。咁於是就取替咗銅鏡啦。咁所以銅鏡嘅歷史去到晚明為止，到清咧，如果你發現有清代嘅銅鏡咧，唔需要我多講啊，嗰啲係我嚟玩嘅啫嚇。咁啊，就所以鏡嘅歷史就係咁樣嗱。青銅咧一路維持佢生命咧就靠鏡，除咗靠鏡咧，仲有一樣嘢。由宋代開始，我講過話宋人復古，因此咧就會翻嚟複製好多商周嘅銅器。咁所以而家我哋喺坊間見到嘅商周青銅器風格嘅銅器，我講明風格嘅銅器，即係話有唔少呢啲一類東西其實唔係商周做嘅，係宋代做嘅。但你買到都恭喜你，因為已經一千年啦，係宋代啦。咁從呢一點嘅線索咧，亦都俾個 tips 你。因為佢時代比較近咧，所以呢一批青銅器咧個氧化係比較低嘅，係嘛？所以如果你見到一啲氧化少嘅青銅器，而佢有古嘅味道，你就開始要諗下，佢唔係商周，但係會唔會係宋嘅咧？甚至去到明咧，因為明代咧嗱，元我唔講，因為元咧係蒙古人統治，到明咧。就係翻嚟，亦一種即係同一個風氣，就係復古風嘅。因為明朝咧，去嗰文字獄好犀利，所以明朝嘅讀書人咧搞唔掂啊！一講錯嘢、寫錯嘢，俾朱元璋打，又啲咁以為又東廠西廠，打到亂曬流。咁因此咧，只可以咩啊？復古。所以中國人嘅復古咧，喺宋開始復古。嗱，宋開始復古咧，係咩啊？係正面嘅。對讀書人嚟講係證明，因為宋徽宗好古，所以宋徽宗雖然一個弱嘅皇帝，但係佢文化咧方面咧，對我哋中華民族幫助好大。但明朝嘅復古咧係政治嘅受壓，係讀書人被逼去復古。到清咧更加要復古，因為個文字獄更厲害啊，所以清朝有訓古學，所以清朝人咧學書法要學咩啊？學碑。去石碑更加要抄到去早期嗰啲碑，石碑上面刻嘅文字，嚇咁呢個係政治上嘅造成呢個環境，嚇咁所以宋開始咧，我哋見到有青銅器復古，但係已經再唔係同祭祀有關係，當然冇實用關係。唯一青銅器同實用關係就係銅鏡，仲有一類就係香爐。因為宋朝開始咧，就係海路嘅交通發達，咁我哋中國人點香咧，即係用燻香咧，已經一早由漢朝已經有嘅。但係因為喺漢嘅時候，我哋去入口嘅香料咧係兜大灣，係西北嘅絲綢之路。但係宋開始咧，我哋多一條路，就係東南沿海呢條陶瓷之路嚇。咁所以咧好多。香料由印度、東南亞呢啲香料，沉香有咩香料都好咧，可以經過個水路咧，經過廣州、福建入中國。咁呢條路線係平好多。咁所以到宋開始咧，大量嘅香料咧就造成華南貿易好偉大，亦都造成整個中國社會咧，差唔多所有嘅讀書人，所謂有文化嘅人、做官嘅人咧，家家户户都有個香爐去點香。
你冇香爐咧，你唔入樓啦。嚇、啊，咁呢個香爐咧，就係、是、嗰户檔嘅香爐咧，就要咩？青銅器做，冇可能木做香爐。平嘅香爐就用瓷器做，所以咧青瓷啊、白瓷好多香爐出現，青花瓷好多香爐出現。但係如果去到你屋企有一個青銅嘅香爐咧，好嘢嚇。即係等於到漢朝咧，有玩嗰啲咁嘅轉得喐嘅走馬燈，好嘢啊！等於嚟到屋企見到一間歐洲嘅大型水晶燈，好嘢啊！咁所以青銅器咧就靠銅鏡同埋香爐咧，就由宋開始一路延續到明，而香爐咧一路延續到今天啊！咁啊，多謝各位。木字邊嚇，宣德香爐就因為宣德朝做嘅香爐咧，被人哋認為係品質地最好嚇。咁啊，但係今時今日有幾多個真正嘅宣德爐咧？唔識，因為好多人咧就冇呢個名咧，就喺個爐嘅底部咧就寫住宣德年制嚇。咁係咪真正宣德年做咧？都唔知。咁啊，真係要揾專家啦。咁啲專家應該要揾故宮啊裏邊嘅專家，因為佢就由明朝嘅皇宮嘅收藏一路流傳到清宮啊，然之後先知道呢一批係真正宣德年做嘅啊。咁啊，好多宣德香爐咧，即係唔係仿現代仿咧，就大部分係清初仿，清朝所謂康熙嘅時候仿嘅。但康熙仿嘅宣德爐已經不得了啦。真正的明初的宣德，即是宣德年做的宣德爐呢，就更加如珠如寶了。即是全世界很少，全世界很多宣德年款的香爐。你現在走出去坊間呢，你見到所謂舊香爐呢，十個有一半都是寫著宣德的，那你小心了、啊、因為我都不懂分、啊、因為它年代近啊，咁佢嘅銅鏽咧唔會多啊，同埋佢係全細品多，佢唔會擺喺個武裝裏邊，因為全細品多咧變咗咧就保養得好，咁啊成日去抹佢啊咁樣，因此好少銅鑼噶啊，因為你個腦生咗鏽，你唔會用噶啦嘛啊，咁貴重嘅嘢啊，咁啊只可以咧就睇個腦本身嗰個質地啊，個銅啊同埋個造型靚唔靚啊。同埋佢嗰個銘文咧，係做得啊仔唔仔細啊？咁宣德爐大家注意係啊，我哋一講咧香爐一定講宣德爐噶啦啊。咁啊明代咧好多啲書生上邊個台面有唔少嘅文房嘅擺設品係青銅做嘅，例如筆山、筆筒，同埋咧壞鬼書生上邊嗰個小花瓶都係用青銅做噶。你窮就要買件瓷器，你有錢就買件銅器的花瓶，咁啊插枝花啊！你仲講究咧，表示你識得古代文化歷史咧，你就買一個仿古的商周青銅器，大部分係咩咧？係壺同埋樽，就唔會買一個鬼噶啦，好少做一個仿嘅商周青銅鬼嘅啊！因為咧，壺同埋樽咧，仲可以攞嚟插花嘛，嚇、啊！只不過咧，佢做得比較大型啲，甚至菇啊都可以買，你可以插枝花，嚇、啊！咁所以又俾個 tips 咧，如果你哋中意青銅器咧，商周嘅青銅器咧，睇機緣啦。咁啊，但係如果你想買啲舊嘅青銅器咧，應該可以留意一下明清嘅青銅器，明清嗰啲少見嘅青銅器。紫鎮啊，紫鎮好細件嘅啫，係嘛？細嘅樽仔啊，即係呢類東西啊，即係文寫字書台上面嘅擺設
啊，咁仲未去到咁貴嘅價錢啊，但係佢質地好靚噶嚇，而係好多中國藏家未留意到啊，呢個係貼士嗱，外國人已經一路賣噶啦嚇，因為外國人咧未必識得咁古嘅商周啊，咁就買近代啊啊，但我哋中國人咧就好可惜，即係好大喜功。這些呢啲咧唔入流嘅明清咁短時間一賣賣到商周，買下就買咗好多假嘅商周，到佢真係識得商真嘅商周就冇錢去買，咁啊於是佢要買明清嘅青銅器，但係已經係啊俾人哋佔咗先啊，咁所以你哋可以留意嘅。哦、oh, ，OK， 啊，我唔敢講話做唔到嚇，但係要時間啦，都要時間，要催化呢一樣嘢嚇。咁、啊、大家都知道啦，就係、是、高級嘅工程師唔不屑去做呢樣嘢。咁好多咧呢啲仿古或者咧做假古董咧，都係一啲坊間嘅師傅。同埋咧，坊間嘅即係古董商人，咁我講都係啲不良嘅古董商人去偽造嚇，咁、啊、佢就未至到有咁高級嘅技術去做嚇，咁、啊、因此咧，只可以咧就係用翻佢嘅土法去嚇，咁 啊上啲色啊點樣嚇，咁 啊希望咧就係呃到一啲好貪心嘅買家咯嚇，咁、啊、所以咧就你買古董咧，其實咧啊～即係我嘅認為咧，就係千祈唔好貪心，唔好貪心嚇。你一貪心咧，你就出錯嚇。你將自己嘅實力定咗位先，你將你嘅實力包括咗你嘅學識同埋你嘅金錢。你冇學識，你走去冒險買一樣你唔識嘅東西咧，呢個係一個險嚟。如果你實力唔夠，錢唔夠去買一件咧平而覺得咧將來會炒賣得好高嘅東西咧，亦都一個好大嘅風險。因為喺太平盛世咧，冇又平又靚嘅東西嘅，除咗打仗嚇。但喺打仗嘅時候咧，你唔會有心機買呢啲東西噶啦嚇。咁所以咧，所以我嘅睇法咧，就一定要自己知自己做緊乜嘢嚇。咁你想買藝術品文物都好，一定要對嗰樣嘢有一個入門嘅功夫。如果冇入門嘅功夫咧，就要揾啲師爺幫你嚇、啊，即係揾啲好朋友、顧問或者咩幫你手。然之後你要自己學嘅嚇、啊，因為好多有錢嘅藏家咧，即係當然我唔可以講名啦。佢哋當然係芙蓉風雅嚇，佢、啊、可以買到好多文物，但係其實佢自己對呢樣嘢唔識㗎嚇。啊咁因此佢只係買翻嚟作為一種社會嘅地位嚇，佢冇辦法識得去同我哋分享裏邊嘅趣味啊咩嘢啊咁嘅，即係講佢嘅歷史啊咁樣，佢唔識噶嚇。咁啊另一類嘅藏家嚇，咁我而家所講咧就希望真真正正做咗個藏家咧，就係除咗你去保育呢啲文物，仲希望保育呢個文物背後嘅常識，係嘛？透過呢個實物，你可以帶出個歷史呢個常識，先至可以將一件東西咧永遠保存咗落嚟嚇。咁呢樣嘢一定要咧，你嗰個擁有嘅人、欣賞嘅人咧去做研究嚇。咁所以好多呢啲偽造嘅方法咧，就即係我自己睇咧，就唔好諗到咁高深嘅技巧嚇。咁好多個土法嘅啫。咁如果用到咁高深嘅技巧嚟呃我哋咧，抵佢呃。因為佢搞到咁多揾曬專家做曬咁多嘢出嚟咯，係嘛？即係等於揾一個好叻，揾個張大千偽造一張石圖嘅畫。咁呢個係好多人都知道的故事嚟㗎啦。張大千廿幾歲嘅時候畫咗一張石圖嘅畫，拎過好多藏家睇，個個藏家話呢張畫不得了。張大千廿幾歲嘅時候，呢張畫係我畫嘅，嚇到個個人都即係冇好尷尬。
一個二十幾歲可以仿石頭仿得咁真喎，啊！只不過佢自己坦白講出嚟，如果佢唔講出嚟咧，嗰張張大千寫嘅石頭風格嘅畫就永遠成為一張真嘅石頭啊，係嘛？咁唔緊要噶，咪俾我俾佢呃咯，係嘛？咁啊好多呢啲文物啊咁樣都係一代傳一代咁樣講翻落嚟啫嘛，嚇！到有朝一日我哋踢破咗佢個謎嘅時候，另一回事啦，嚇！咁所以偽造古物咧。原則上都不是咁多咁高深的方法，很多都是土法。譬如啲家私咁樣，我見到啲人偽造啲古代家私點偽造咧？就將一啲木頭貴重嘅木頭，譬如黃花梨嚇，咁啊黃花梨本身已經係舊木嚟㗎啦，但係佢為咗整得佢更舊咧，點樣咧？就拎佢出邊個平台喺個泥沙度咧，係咁磨佢，係咁磨佢，然之後咧係咁咧，好天曬落雨淋到佢，變咗成個木頭咧就風化咗佢。啊，咁啊變咗有個咁嘅舊嘅痕跡，係嘛？咁呢個舊嘅痕跡咧，就係後來人為催化佢。嚇，咁如果你買一件所謂明式嘅家私話舊的話咧，成個木本身咧個皮殼咧係冇一啲所謂污垢嘅。咁我講過啦，冇污垢嘅文物咧，好危險嘅。佢經過歷史一定有污垢嘅，係嘛？一定有裂紋嘅嚇，咁如果冇嘅時候咧，又小心，咁所以佢咪偽造曬呢一啲毛病出嚟咯，咁啊做到佢好自然咯，咁我哋一下唔覺咪覺得呢件嘢真係舊嘅，咁而家所以佢做偽造家私，而家行行都係咁做嘅嚇，因為好多咧，而家咧嗰個明式家私非常貴啊嘛，啊一件明式家私過百萬嘅，啊佢只有買到嗰個真正嘅黃花梨，真正嘅紫檀已經好難揾嘅，而家只可以揾黃花梨。咁我咧黃花梨咧都係近呢幾十年嘅黃花梨，佢攞咗近幾十年黃花去仿三四百年前嘅名家私，佢一定要仿個皮殼出嚟嚇。咁所以你買呢啲舊嘅家私，你一定咧就係要踎低望下嗰個台底、凳底、床下底，睇下佢有冇污跡。嗰啲所有嘅污跡咧。而家做文物專家做古董咧，全部將呢啲污跡咧保留落嚟，千祈唔好洗咗佢。呢個係一個時代嘅見證嚟嚇。表面上全部打磨光滑，但係咧嗰個暗地裏咧就全部保存翻曬落嚟嚇。所以如果你買舊東西咧，一定要接觸污垢，一定要去睇，甚至去摸。摸就睇下佢係咪人為加上，抑或佢長期咁樣擺落去，即係等於嗰個銅鑿。如果個銅鑿本身係俾火燒過，即係等於一個煲黑咗嘅、燒黑咗嘅，同埋你油黑咗，佢係兩回事嚟噶嘛嚇。咁所以我哋睇文物咧，就用一個好自然嘅方法，唔係咁深奧嘅啫嚇。所謂深奧咧，你就要學嗰個歷史嚇。你學曬個歷史，然之後去睇下嗰件實物符唔符合呢個歷史，跟住有冇呢個時代嘅洗禮？呢個時代嘅洗禮，人為咧一定有破綻嘅。如果睇唔到個破綻咧，算啦，係嘛啊？咁你睇到個破綻咧，咁你就已經入門啦。啊，咁呢個就係睇文物嗰個竅門啫。啊！所以人人都可以去睇文物㗎，但一定要勤力，一定要學過歷史。做咩問題啊？嗯。嗰個都係個靈嚟嘅，都係個靈嚟㗎，都係一個裝飾嚟㗎，作用不大嚟嘅，啊。我聽唔清楚。哦、oh, ，OK， 呢位朋友話青銅即係春秋時代嘅青銅嘅物料係咪國家？哦、oh, ，我明白你意思嚇。咁 去到春秋戰國都係一種祭器嚟嘅嚇。咁、我頭先俾嗰啲例子你睇咧，基本上都係同祭祀有關係嚇。即係你唔好誤會咧。那個咁靚嘅鼎咧，就真係愛嚟煮嘢食，
你明白我意思嗎？如果真的用來煮東西吃，那個鼎即使是銅器做的是簡單很多的、啊、一般人不會用一個銅鼎去煮東西吃的，會用一個陶鼎去煮東西吃，會用一個陶櫃去裝東西吃，是吧？一般人不會有隻雀去喝酒，因為已經沒有錢去喝酒、啊、喝酒是上等人去喝的，是吧？咁亦都唔會有個銅鑑，因為窮人唔會照鏡嘅，唔會照個樣嘅，佢冇可能有心情去照樣噶啦。所以頭先嗰啲例全部都係達官貴人上層。咁而家剩翻落嚟呢啲禮器咧，點解我哋揾到呢？就因為佢喺個墓裏面揾到，唔係由商周三千幾年前一代一代傳落嚟，冇可能嘅事。我們一講開文物一代傳下來，只多可以是宋，勉強是宋，其實大部分是明清的、啊、那之前那些全部是什麼？全部在地底裡找出來的、啊、那地底找出來呢，就一定跟陪葬祭祀有關係的、啊、所以我們找到這些是古代的遺址或者古代的墓葬找出來的、啊、那這些陪葬品呢，就是、這麼漂亮的銅器呢，就只可以是一隻，譬如黃牛，譬如鼎一樣。我們如果 在古代的禮制來說，皇帝即是做皇啊，做領袖呢，可以有九個鼎，諸侯只有七個鼎，士大夫五個鼎，所謂士人普通讀書人三個鼎。如果你不是這士大夫諸侯王，你是不可能有鼎，就是這樣、啊、所以這個是青銅器和禮制有關係、啊、一直以來、就為什麼我們說中國的物質文明呢，就跟西方有些不同。西方的物質文明真的講那個物質的應用，我們中國的物質文明呢，是跟我們的文化的禮制有關係、啊、不是真的實用，是一種象徵意義來的、啊、所以呢，我們為什麼文物這麼豐富、啊、因為這些象徵意義我們要永遠保存下來，因此也都帶到他的後一代後一世，就是墓葬、啊、所以外國人不會把這些東西放在墓葬，是我們中國人放下去、啊、銅鬼一樣，銅鬼呢未知道九鬼、七鬼、五鬼，銅鬼呢就一般高階層只有四隻鬼、啊、低層啲係兩鬼、啊、如果都唔入流咧，係冇鬼啊！咁呢個係禮制嚟嘅嚇。咁、啊、所以我哋從我哋熟悉個禮制咧，我哋喺墓葬裏揾，譬如如果你舉個例，香港揾咗個古代遺址，突然間出咗銅鼎，我哋根據呢個禮制咧，可以知道呢個墓主人係咩地位嘅。出咗鼎，我知道這個不是普通的人，銅鼎那個，是吧？那如果看這個鼎的、那個數目呢，就知道這個是什麼人物了、啊、那當然在香港基本不可能找到這件事的了、啊、因為很多這種這套制度呢，就在中國北方、啊、在陝西河南最多、啊、但是、你剛才問的問題呢，就是去到春秋戰國都是有些跟禮制有關係的，一般百姓咧應該做唔到噶啦。OK， 咁啊，下次再見你哋咯，拜拜。